1154，者存，未及者宗为自守者生权，是故之玄之末，守道之极，而亲爱敬游神之庭，为极为末，守得之宅，是亦是变人道。不书彼我一时，未知何如。今子乃以蚩枭而啸凤凰，直掩庭而巢归笼，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上白，无亦笑子之病甚。不遭渔夫扁鹊悲夫。客曰：然则米玄无所成名乎？饭菜以下何必玄哉？杨子曰：饭居未知亡命也，折邪拉卡，免于猥琐戏。兼道背伏伏入陀，激昂万乘之主，借金阳底然侯而代之当也。蔡泽山东之匹夫也，轻移折恶替托流墨，西衣强秦之相恶其焉，抗其气，复其背而夺其位，时也。天下已定，今葛以平都于洛阳，楼进尾路托碗，钓三寸之蛇，见不拔之策，举中国喜之长安，是也。武帝垂典，三王传礼，百事不易，孰？孙通起于包谷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辅行与弼，秦法酷烈，胜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已也。故有造萧何律于唐虞之事，则备矣。有作孰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祸矣。有建楼敬之策于成周之事，则妙矣。有谈范蔡之说于今张许史之间，则狂矣。夫萧规曹随刘侯画策陈平出奇，公若泰山，象若砥颓，为其人之善之灾，亦会其时之可畏也。故未可畏于可畏之时，则从；未不可畏于不可畏之时，则凶。夫令先生收功于章台，四号采荣于南山，公孙创业于金马票，其发迹于祁连，司马长卿窃资于卓氏，东方朔歌至于细菌。胡诚不能与此数功者并，故默然独守无太玄。雄以为富者将以封之也，必推类而言，即立米之词。鸿使巨眼，近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政，然览者已过矣。往师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父，欲以封地反飘飘有灵云之志，由是言之，复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排忧淳于坤。PG 1155。幽梦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师父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位，而大谈思魂天，参魔而四分之，及于81。行则三魔九聚，及之729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明之。观玄者，数其化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际，九九大运与天中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约一二三，与太初历相庆，亦有专序之力焉。手视之以三策，观之以修旧，崩之以象类，播之以人事，闻之以五行，拟之以道德仁义礼之。无主无名，要合五经，苟非其事，闻不虚声。为其太慢，患而不可知，故有手冲错策痴淫术。文拟图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着，观之者难知，学知者难成。客有难玄大深，众人之不好也。雄解之，号曰解难。其词曰：客难。杨子曰：凡著书者，为众人之所好也，没为其乎何？口公声钓于比尔，今吾子乃抗辞忧说，
弘毅苗指独持聘于。有王之际而陶冶大炉，庞薄群生，历览者自年矣而殊不悟。但非精神于此，而凡学者于彼，辟化者化于无形，贤者放于无。生殆不可乎？杨子曰：于若夫弘言崇义，优为之徒，盖难于览者同也。其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力且迷地朴而深，其人之辞乃玉乃金，彼其好谓艰难哉？是不得已也。独不见夫翠虬将之之将登乎天，必耸身于苍梧之渊，不接浮云，一疾风虚举而上升，则不能可交葛藤九鸿。日月之精不迁理，则不能逐六合耀八鸿。泰山之高不交遥，则不能博翁云而散霄征，是以密西氏之作意也。绵落天地，今以八卦。PG 1156。文王复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脏，定万物之基。典摩之篇雅，宋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张继息。盖须米未载，即墨未失，大未必淡，大音必息，大雨叫叫，大道低回，是以生之苗者不可同于众人知耳，行之美者不可贵于世俗之目，辞之言者不可其于庸人之听。今夫贤者高张极辉，追驱逐骑，则作者不齐而复矣。是谓知足闲池于路经发萧韶，永久成，则莫有何也。是故终其死，伯牙绝言破情而不肯与众鼓。恼人亡，则将石辍金而不敢妄酌。失旷之条中，四之阴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即君子之前读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兮，此非其操语。雄健诸子各以其之喘迟，大堤底资圣人，即未怪于昔变。鬼辞以挠世事，虽小便终破大道而惑众，使逆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即太史公祭六国，立楚汉弃灵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今。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实。三卷像论语，号曰法言。法言文不着，读着其目。天降生明，空洞专蒙，自于情性，聪明不开，训诸理。传学行第一，降周气孔，成于王道中后旦张乖离诸子徒为。传五子第二，是有本真，沉师于义，动不克闲，本诸身。传修身第三，茫茫天道，在习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兼往。传问道第四，神心忽恍，经纬万方，世系诸道的人以礼。传问神第五 PG 1157。云哲惶惶，庞竹王将，训于不虞，以保天命。传问明第六，驾言周于天地，赞于神明，幽鸿恒广，绝于耳言。传寡见第七，圣人聪明渊毅，继天策灵，贯于群伦，经诸范。传五百第八，立正古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明。秦传先知第九，众议以来，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参差不齐，一概诸圣。传仲尼第十，仲尼之后，弃于汉道，德性严，敏古公萧、曹爱及民。将尊卑之条，称数平早。传渊谦第十一，君子纯中领文，蠢敌减压，旁开胜则。传君子第十二，萧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传孝治第十三，
赞曰：“雄之自去云耳。”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英齐齐文雅赵以为门下使，见雄代赵，遂于奏与列父、除卫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兴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刚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见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喜官。即莽篡位，谈说。致仕用符命称功德或封爵者甚众，雄父不侯，以其老九次转位。大夫田于势力乃如是。时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今莫大于义，故作泰拳。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真莫善于于真，作周真。父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慈莫立于乡，如作四父，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一而驰骋云。用心于内部，求于外，于时人皆呼之。唯刘兴及范君进焉，而醒谈以为绝伦。PG 1158。王莽时，刘兴、贞丰皆未上宫，莽既以福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缘，以神前世而封子寻，新子依父献之。莽诸封父子投一四亿，此所连及，便收不请。时熊孝书天禄阁上，至遇使者来，欲收熊，熊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即死。莽闻之曰：“熊素不与事，何故在此？”兼请问其故，乃刘一常从熊学作其字，熊不知情。有赵物问，然今时谓之语曰：“为即墨字头阁，而清净作福命。”熊以病免，复召卫大夫。加素平其酒，人悉至其门。十有好事者，载九尧从游学而巨鹿侯八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兴亦常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路，立然相不能明义，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副将侯也。”雄笑而不应。年七十一，天凤五年卒，侯八未起坟，丧之三年。十大司空王毅纳言言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常称杨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故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见敬而贵远，亲见杨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习老聃者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理学，然后是好之者。上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枕子之书文艺至深，而论不轨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越贤之谓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诸如霍姬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由春秋吴楚之君见号称王，盖诸爵之罪也。自雄之没志，经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中不显，然偏极俱存。 PG 1159卷88儒林传第58。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即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治治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李乐征伐自诸侯出，临沂二百余年而孔子心中。圣德遭济世，至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何不出徒，无以以夫。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应聘诸侯，以达礼行仪。西入周，南至楚，魏匡恶臣，兼七十余军。是其文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谓樊鲁，
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就观古今偏极，乃称曰大哉尧之为君也。为天为大，为尧则之。为为乎其有成功也，患乎其有文章。又曰周兼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少武，论诗则守周南。坠。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宫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或临而止。待婉而好意，独之为编三绝而谓之传。皆因敬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学而上达之我者其天乎？仲尼季梅，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清乡师父，小者有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臣，但台子与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忠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秦华毛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如数计处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由伏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贤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PG 1160。及至秦始皇兼天下，凡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亡也，鲁诸如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未赦。博士卒与俱死。陈涉其匹夫，屈氏数以利号，不满岁而灭亡。其世志为浅，然而晋身先生父礼器王伟直未臣者何也？以秦晋，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及高皇帝朱相及引兵为鲁，鲁中诸儒上讲宋习礼贤歌知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使得修其经学讲习大赦相引之礼，孰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贤为选手，然后愧然心于学。然上有干戈，平定四海，亦为黄祥绪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火灯用，然孝文本好行明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如窦太后用。好黄老树，故诸博士具官代问，未有进者。汉兴严义字淄川田生，严叔字济南浮生。严师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袁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唐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即窦太后崩，武安君田焚为丞相，处黄老行明百家之言。言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至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泯然相封矣。弘谓学官道道之欲治，乃请曰丞相欲使言治曰待文岛民以礼封之以乐。婚姻者居士之大伦也。经礼废乐崩，振甚泯焉，故祥言天下方闻之事，贤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义洽文，举疑心礼以为天下先。太常义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立贤才焉。景与太常臧博士平等义曰文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孝，殷曰祥，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见首善自经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招致的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心理，重化立贤，以封四方太平之源也。古者正。PG 1161。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新焉。魏博士官至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太长则明年十八以上，一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进常上，肃正教，顺乡里，出入不备所闻。令乡长城尚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警察科者，常与祭邪。义太常得授业如弟子。一岁皆折课，能通一义以上，补文学。长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即奏，即有秀才一等者矣。明文，其不是学若下才，即不能通一义，折罢之而请诸能称者。据仅按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记，通古今之仪文章耳。雅训词深厚，恩师甚美。小吏浅闻，弗能救宣，王以民不欲。下以治理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制。请选择其制比二百。十以上即立百旦通一义以上补左右内史、太行组史，比百旦矣。下补郡太守组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送多者不足，则掌故以补众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这公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势力彬彬，多文学之士。以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圆满百人，宣帝莫增备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富。数年以用度不足，更未设元迁。人郡国至五经百旦族史。成帝末，或言孔子不一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元三千人。遂于妇孺，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氏之子的授业如弟子，勿以为元。遂刻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五文学长顾云，自鲁商取子木授一孔子，以授鲁乔弼子雍。子雍授姜东汉弼子公，子公授燕州仇子嘉，子嘉授东武孙与子成，子成授齐田和子庄。及秦进学，亦谓世伯之书，读不精，故传。授者不绝也。汉兴，田和以其田喜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PG 1162。孔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其福生，接着一传数篇。弘授淄川阳和，字叔元，元光中正位太中大夫。其即墨城、至城、阳乡、广川孟旦为太子门大夫，鲁州霸举横湖、临淄主父，演皆以义治大官。要言义者，本之田和。丁宽字子乡，梁人也。初，梁相生从田和授义，时宽为相生从者，独义精敏，才过相生，遂是和。学成河蟹。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亦以东矣。宽至洛阳。父从周王孙授古义，号周世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惧。吴楚号丁将军，作义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以经。小张惧是也。宽授同郡荡田王孙。王孙授师仇、孟喜、梁、丘贺。尤氏亦有师孟梁丘之学。师仇字长卿，沛人也。沛与荡相近，仇为童子，从田王孙授义。后仇喜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与孟喜、梁丘贺并为门人，谦让常称学费不教授。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陵分将门人张宇等从仇问。仇自逆不肯见，贺故请不得已，乃受灵等。于是贺见仇，解法事师数十年，贺故能及召拜仇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意于时。徐阁仇受张宇、郎邪、鲁伯，伯为会稽太守，与至丞相。
与少，淮阳彭轩佩戴重子瓶，重味九卿轩大司空，与轩皆有传。鲁国少泰山毛莫如少禄狼邪丙丹曼荣这清明，莫如至长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尤氏师家有章彭之学。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李春。秋，受后仓叔广。世所传后世礼，书事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繁杂，及时喜从田王孙寿。义，喜号自称玉，得一家后阴阳灾变书，诈言失田生。且死时枕喜息，独传喜，诸如以此药之。同门梁丘贺书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师仇手中，使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 ,PG, 1163。蜀人赵宾豪小述书，后未译，是译文，以为箕子名。宜阴阳气王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该资也。冰池论巧慧，一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未明之。后冰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认，以此不见信。喜举孝廉尉郎，取台署长，并免为丞相传。博士缺，众人见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受同郡白光少子，配宅木子兄，皆魏博。是，尤氏有宅孟白之学。梁丘贺字长翁，狼邪诸人也。以能心计，魏武齐。从太中，大夫经房受益。房者，淄川阳和弟子也。房初为齐郡太守，贺更是田王孙。宣帝时，闻经房为一名，求其门人得贺。贺时为都司空令，做事论免为庶人，待召黄门庶入说教室中，以召贺。贺人说上善之，以贺为郎。会八月引咒，行辞孝昭。庙先驱矛头剑挺堕坠，手垂泥中，任相乘于车马惊。于是召贺视之，有兵谋不及。上海时有司事辞。事实或事外，孙代郡太守任宣作谋反诛，宣子张为公车城，王在渭城界中。夜学服入庙居廊间，执戟立庙门，带上至欲未逆。发觉伏诛，故事上长夜入庙，其后代名而入，自此始也。贺以是，有应由是进信，魏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魏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中官，传子陵亦入说魏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如于石渠。灵学经熟，专行经房法。狼邪王即通五经，闻灵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才郎十人从灵讲及，乃使其子郎中郡尚书从灵授意。林代五路冲宗军孟魏少府，郡御史大夫自有传。冲宗受平陵氏孙张仲方配邓彭祖子下，其横贤长兵。张魏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加事传。夜，彭祖真定太傅，贤王莽讲学大夫，尤氏梁丘有事孙邓恒之学。金房受一良人教延寿，延寿云常从孟喜问意。会 ,PG, 1164。喜死，房以为延寿一及孟氏学宅墓，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孝书考一说，以为诸一家说皆。祖田和杨淑元丁将军大仪略同为金氏卫意党教延寿。独得隐士之说，颇知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的信未实，贤所赠诸自有传。房受东海英家、河东姚平、河南陈洪皆。魏郎博士
由是亦有今世之学。废侄自常翁东来人也，至义卫郎至丹复令。常于卦是王章句图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今郎邪王黄平中能传之。黄又传古文尚书。高乡沛人也。至义与沸公同时，其学义王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传至乡，乡受子康及兰陵母江。永康以名义卫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舍东郡太。守宅以谋举兵诛莽，是未发康后之东郡有兵，私与门任门。人尚书言之。后数月宅移兵起，莽召问对授师高康楚。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由是亦有高士学。高废皆位，常立于学官。浮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至尚书者，天下网友闻浮生至之预兆。时浮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赵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进书浮生毕，葬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浮生求其书，王数十篇，读得29篇，即以教于其鲁之间。其学者由此颇能言上书。山东大师王不设尚书以教浮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浮生孙以至尚书征，弗能明定。事后鲁州霸洛阳贾家颇能言尚书云：欧阳生字河伯，千城人也，是浮生受倪宽。宽又受叶孔。安国治御史大夫自有传。宽有君才，初见武帝与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仆学，仆好，即闻宽说可观。PG 1165。乃从宽问一篇。欧阳大小夏侯士学皆出于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事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高孙弟于长兵以太子中庶。子受太子，后为博士，论时渠。元帝即位，弟于世中，贵姓。至少府。借其子曰：我死，官属及宋汝财物，甚无受。如久，亲如者子孙以廉洁者，可以自成。及弟于死，少府官属贡宋数百万，其子不受。天子闻而加之，赐钱百万。帝于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尚书是有欧阳士学。灵尊自长兵，济南人也，是欧阳高为博士，论时渠。后至少府，太子太傅受平陵平当梁臣翁生。当至丞相，自有传。翁生姓都太傅，家世传业。由是欧阳有平臣之学。翁生受郎邪殷崇，楚国公胜。崇为博士，胜又扶风，自有传。而平帮授九将诸普公文，上党报宣。普为博士，宣私立校尉，自有传。徒仲由胜知名者也。夏侯胜其先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祖子。史昌史昌传胜，胜又是同郡监亲。监亲者倪宽门人。胜传从兄子建，建又是欧阳高。胜至长姓少府，见太子太傅，自有传。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周刊字少卿，其人也。与孔霸俱是大夏侯胜。霸为博士，刊议官令，论于时渠今位最高，后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受太子。即元帝即位，刊为光禄大夫，与萧望之并领上书事，为时贤等所赠，皆免官。望之自杀，上敏之，乃擢刊位。光禄勋与在刘向传。刊授谋卿及长安许商常伯。谋卿位博士，
霸以帝师赐爵号包成君，传子光，亦是谋亲至丞相。自有传。刘氏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商善未算，遮五行论立。四至九卿，好奇门人配唐林自高位的姓，平陵吴张伟君为言语。众权王极少因为政事，其缺亲又亲为文学。王莽时，林即位。九卿自表上师种、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PG 1166，会车数百辆，儒者容之。卿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张为王，莽所诛。张山府自长滨，平陵人也。是小驾侯建为博士，论时渠，至少府。受同县李寻、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如姓都秦。公言君、陈留驾仓子交。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公增师法至百万言，为城阳内史。仓以业者论时渠，至交东乡。寻善说灾异，为其都尉，自有传。宽中有君才矣。国士受太子，成帝即位，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迁光禄大夫，领尚书事，甚尊重。会稽族古勇尚书曰：“臣闻圣王尊师父包贤俊，贤有功，生则治其爵禄，死则益其礼事。”袭州公薨，成王葬以殿礼，而当天星。公熟文子族，为侯加以美事。则为后法，进士大司空朱毅，又扶封翁贵的茂妖年孝宣皇。帝闵册后赐暂命之臣米不激扬。关内侯郑宽中有言：“子之美直，包商言之文学，俨然总五经之妙论，立师父之显位入，则相堂于之弘道，王法纳呼圣听，出则参种宰之种植功烈。”师乎正事，退时自宫，司门不开，散赐九族，田亩不易得配。周赵中和高阳，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终，由可道痛。臣愚以为宜加其葬礼，赐之令事，以彰尊师包贤显功之德。上吊赠宽中甚厚。刘氏小夏侯有正、张、秦、驾、礼，是之学。宽中受东郡赵玄，无故受配唐尊，公受鲁冯兵。兵卫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之名者也。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一书得十余篇，盖尚书资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未见大夫，受东魏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韦子、金藤诸篇多。古文说，东魏朝受胶东雍生，雍生受清河胡长少子，以名古。梁春秋为博士，不刺史，又传左侍。长寿国许敖，敖魏。PG 1167。又扶风院，又传毛师，受王皇、平陵图运子真。子真受何？南桑清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兴为国师，黄运等皆贵。显是所传百两篇者，出东来张霸分析和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才左氏传，书序未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矣。中书孝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为氏凡病。时太中大夫平当，是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凡病谋反，乃触其书。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巨是其人扶丘伯受师。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扶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引与申公俱族学。
人王薨，隐嗣立。魏楚王令申公复太子务，务不好学并申公，即务立魏王。须米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授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师。今魏训故以教王传，以者则缺服传。兰陵王臧继从受师。以通是景帝为太子少父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尚书宿卫。累迁一岁至郎中令。即代赵绾亦常受师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世上时使数国家币安车以蒲果轮，驾四迎申公，弟子二人乘。尧传从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未治者不再多言，故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以招至，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底一名。行事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元平也。”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立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志陵怀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荡鲁次东海太守、兰陵庙生长沙内史、徐衍胶西中尉、邹仁缺门庆忌胶东内史。其至官名皆有廉洁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P.G. 1168，掌故以百数。申公足以师，春秋寿而瑕丘将功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缅中徐公，皆守学教授，为贤志师，是大将功及许生，又至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时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师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师有为士学。王氏字翁思，东平新陶人也，是缅中徐公及许生，是魏昌义王师。昭帝崩，昌义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义群臣皆下狱。朱为中尉王吉，郎中令公遂以数谏简死论。是系欲当死志。是使者则问曰：“师何以无谏书？”是对曰：“臣以师三百五篇朝夕受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送之也。至于为王师道之君，未尝不留替为王深臣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王谏书。”使者以文亦得简死论，归家不教授。神杨章长安右军先逝世，后东平唐长兵配楚少孙亦来逝世。问经数篇，是谢曰：“文之于诗句是以自润色之，不肯复授。”唐生、楚生应博士弟子选一博士，叩一登堂，送礼甚严。是宋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朱博士惊问：“何师？”对曰：“是是，皆素闻其贤，共见事。赵除下谓博士，是征来一。博士一而不惯，曰：‘行于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止舍中会朱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事，皆注意高养之。博士将功是为鲁师宗，至将功者孝经说，心即是为歌吹。”诸生曰：“歌离居。”是曰：“闻之于师，客歌离居。主人歌客无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将翁曰：“今何以言之？”是曰：“在曲里。”将翁曰：“何苟曲也？”是耻之，扬醉荡地。是客罢，让诸生曰：“我本不欲来。”诸生强劝我，竟为庶子所入。
遂谢病免归，终于。家张生、唐生、楚生皆为国士。张生论时渠，至淮阳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鲁师有章，唐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PG 1169。亲卫谏大夫以师授元帝。其门人郎邪王福为泗水中尉。寿臣刘许彦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初，薛广德亦是王氏，以博士论时渠，授公舍。广德治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传，缘故其人也。以致师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故曰：“不然。夫桀纣慌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之民服未始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必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冠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盛，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戴笠难面，非杀而何？”故曰：“必若云，是高皇历代秦及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无食马肝，未不知味也。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畏于遂罢。”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故。故曰：“此家人言矣。”太后怒曰：“安得司空承旦疏乎？”乃使故人圈及至。上知太后怒而故直言无罪，乃驾故立兵。下故赐至正中其心，至应手而倒。太后默然，王以复罪。后上以故连职，拜为清河太傅，即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诸如多及毁曰故老，罢归之。十，故以九十余矣。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故。故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武曲学以阿氏。诸其以师显贵，皆故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后史昌罪名，字有传。后仓自敬军，东海潭人也。是夏侯史昌。史昌通五经。仓邑通诗，礼为博士，至少府，授义奉萧望之匡。恒奉卫谏大夫，望之前将军，恒丞相，皆有传。恒受郎邪师。班府里游军，颍川满昌军都。军都尉詹事，李高密太傅家。是传业。但大司空，自有传。由是其师有义，匡师服。PG 1170。知学。满昌受九江章邯。郎邪皮荣，皆至大官，徒众尤盛。邯因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因推世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余颇与其鲁兼书。然归义也。淮南奔生受之。燕赵兼言师者由韩生。韩生亦以义受人，推义义而为之传。燕赵兼好师，故其义为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因常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卓俊韩生其后也，以义征代赵殿中，曰：“所受义即先太傅所传也。常受韩师，不如韩氏一身。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义于孟喜，见卓韩生说义而好之，即更从受燕会。赵子河内人也。是燕韩生受同郡蔡仪。仪至丞相，字有传。仪受同郡十子公与王吉。吉为昌邑王中尉，字有传。十是为博士，受泰山立封。
即受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封部次。是。由是韩师有王，使长孙之学。封授山阳章丘，顺授。东海发福皆至大官，徒众尤盛。毛公赵人也。至为为河间县王博士，授同国冠长。清长清受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霞，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师者本之徐敖。汉兴鲁高唐生传世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未诵。孝文时，徐生以宋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乡。乡其资性善，魏宋不能通经，延颇能魏善也。乡亦以宋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恭护满意，还生丹资皆为礼官大夫。而霞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朱延礼为宋者由徐氏。孟清东海人也。是萧奋以受后仓鲁驴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是取台记，受配文人通汉子方梁。代的严君代圣赐君配庆浦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俄号大 PG 1171。代魏姓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时渠至九江太守。有市里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时渠至中山中尉。虎寿鲁夏侯敬又传祖子贤为豫章太守。大戴受狼邪徐梁尤清为博士周穆郡守家世传业。小戴受梁人乔人季清杨荣子孙。人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狼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乔杨氏之学。虎母生自子都其人也。至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其，其之言。春秋者宗室之公孙弘亦颇受焉。而董生为江都乡，自有传弟子遂之者，兰陵楚大、东平营公、广川段仲、温吕不书。大治良乡不书丞相常史，为营公守学不施施法，为昭帝建大夫，受东海孟清、鲁睢孟。孟为符节令，作说灾异诸，自有传言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也。与言安乐俱是睢孟。孟帝子百余人，为彭祖安乐为名，直问夷夷各持所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专门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言，言之学。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郡太守。以高帝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连职不是权贵。或说曰：天时不生人事，君以不修小礼取义，王贵人左右之助。今宜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故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屈从俗，苟求富贵乎？彭祖敬以太傅关中元郎协王中为元帝少府，家世传业，终受同郡公。孙文东门云云为荆州刺史，闻东平太傅徒众尤盛。云作为将贼败入命，下狱诛。延安乐字公孙，鲁国薛人，睢孟杰子也。家贫，未学经历，冠至齐郡太守丞，后为仇家所杀。安乐受淮阳临封赐君淄川，任公公为少府，封淄川太守。由是严家有灵，任之学。史贡于是迎公成于睢孟，至御史大夫书广事孟清，至太子太傅。PG 1172，皆自有传。广受郎协管路，路为御史中丞。于受颍川唐西会，
会受泰山名都都尉丞相使。都与路又是延安乐故延氏富有。管明之学。路受孙宝魏大司农自有传。封受马公郎邪。左贤。贤为郡守九卿徒众尤盛。公至大司徒自有传。侠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师于鲁申公传子至孙。魏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纳于口上时与仲舒亦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洪本为公羊学比及其意足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赵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父思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晋为鲁荣广王孙好心公二。人寿焉。广晋能传其师春秋高才杰敏与公羊。大师虽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配蔡千秋。少君凉州庆佑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是好心公魏。学最笃。宣帝即位闻魏太子好谷梁春秋疑问丞相为贤。常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字本鲁。学公羊氏乃其学也疑心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着千秋未见大夫给侍中。后有过左迁平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敏。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护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引更始。公君本自是千秋能说以会千秋病死征将公孙魏博士。刘。向以故见大夫通达代诏受谷梁欲令助之。将博士赴死。乃征周庆丁姓代诏保公使卒受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干。复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义殿中平公羊谷梁同意各以荆楚是非。十。公羊博士言彭祖侍郎申婉一推宋显谷梁一郎。引更始代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徐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PG 1173。第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一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魏博士。姓至中山太傅受楚申。张昌曼君魏博士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引更始未见大夫。长乐护将又受左氏传取其便礼何者以为张据传子贤。及翟方进郎邪防风。贤至大司农方进丞相自有传。房凤字子元不其人也。以设策以科为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师官。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奏除补常使。见奉明经通达着为光禄大夫迁武关中郎将。十光禄勋王。公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新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疑问诸如皆不对。新于世数见丞相孔光魏延左氏以求助光族不肯。唯奉公许新遂共遗书则让太常博士与在新传。大司空师单奏新非悔。先帝所立上于世出公等补立公为弘农。新河内奉九江太。守至青州牧。是江博士受胡常常受梁萧秉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由是谷梁春秋有引胡申章房氏之学。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夫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因为左氏传训故，受诏人冠。公为河间县王国士，子长卿为荡阴令，受清河张宇长子。宇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尚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见宇于宣帝，征宇代诏，未及。问会及死。收引更始，更始传子贤及翟方敬、胡常。常受礼。杨甲户继君，哀帝时代赵卫郎，受苍梧臣卿子义，以左氏。受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引贤及翟方敬受。由是言左氏。折本之甲户刘歆。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园，设科设策，劝。以官禄弃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敬盛，知业波兹易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代录立之路然也。出书 PG 1174，唯有欧阳、李后、易阳、春秋公阳而已。至教宣誓，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代理、诗、孟、梁、丘、易。古梁春秋，至元帝时，复立经世义，平帝时，又立左。是春秋，毛诗、义礼、古文尚书，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PG 1175，卷89循吏传第59。汉兴之初，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凡事简易，尽往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名作画意之歌。孝惠垂拱高厚女主不出房榻，而天下艳然，名物架色衣食资。直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率先，居以廉贫，不至于言，而名从化。孝武之事，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诡不惊。时少能以化治称者，为江都乡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宽居。官可记。三人皆儒者，通于事物，明习文法，以经术润事立事。天子弃之。仲舒数谢并去，弘、宽至三公。孝昭又冲。霍光秉政，成奢侈仕旅之后，海内虚耗光阴。寻守职，无所改作。至于始元、元凤之间，匈奴相化，百姓异。父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于是罢酒阙而一言铁矣。及至孝宣，由则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史公万机。历经未至，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旨而进。即拜刺史首相，折卿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直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正平送礼也。与我共此者，其为梁二千使乎？以为太守，立民之本也。庶变易则下不安，民之其将久，不可期往，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志礼孝，则以喜书勉励，增至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赐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未盛，称中兴焉。若赵广汉 PG 1176。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王成、黄霸、朱毅、公遂、郑弘、赵信臣等所居。民父所去见私，生有荣号，死见奉祀，辞凛凛庶几的让君子。知夷封矣。文翁，庐江书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魏蜀郡守，仁爱好教化。
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明有才者张蜀等十余人亲自斥力，遣一京师授业博士，获学律令，俭省少府用度，买刀不蜀物，积计力以夷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海归，文翁以为幼稚用。自察举官有至郡守四十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未除。更遥高者以补郡县吏，四位孝弟立田，常选学官童子，实在便作受事。每出行县，亦从学官诸生名经斥行者语句，使传教。令出入规格，现亦立民见而容之。数年，征欲为学官弟子，妇人至出前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谓之始云：“文翁中，于蜀立民未立祠堂，遂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王成不知何郡人也，为胶东乡至甚有声。宣帝罪，先包之。帝节三年下诏曰：盖文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余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乡城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至有一等之效。其次成爵官内侯，至重二千石，未及征用。会并族官，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常立守城以政令的诗，或对言前胶东乡城位自增加，以蒙贤赏。事后俗吏多为虚名云：黄霸自赐公，淮阳阳下人也，以豪杰一时喜云林。霸少学，律令喜未立，武帝莫以待诏入前赏官，捕侍郎业者作同产，有罪何免。后夫入谷沈黎郡，补佐冯异二百担足使。冯异已罢，入财位官，不属右职，时领郡前谷计。不书正以连称查补 PG 1177。河东军书长，复查连卫河南太守丞。霸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然温良有让，足之善欲众。未成楚亦当于法和人心，太守甚任之，立民爱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又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纪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民。会宣帝即位，在民间时至百姓苦力极也，闻霸持法平诏，以为廷尉正，数爵一遇，廷中称平。守丞相长史做公卿大义，廷中之长信少府夏侯胜非议诏书大不敬，霸阿从不举和接下。廷尉系欲当死，霸因从胜受尚书狱中，在于东积三岁，乃出与在胜传。胜出复未见大夫，令左冯异送鸡举霸贤良。胜又口见霸于上，上擢霸为扬州刺史。三岁，宣帝下诏曰：制诏御史，其以贤良高帝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置笔二千石居官赐车盖，特高一丈，别驾主簿车，提油平泥于市。前以张有德十上垂一于志，树下恩泽诏书，吏不奉宣。太守霸未选，则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贤之上意，使游亭相关皆蓄积屯，以善官寡贫穷者。然后为调教至父老师师五长，颁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房间之意，及物耕桑，节用植材，种树蓄养去，食谷马。米言米密，出若繁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与次寻议，问他因服以相参考。常欲有所思察，则常年连吏，遣行蜀令周密。
立出不敢舍游艇，十余道旁乌绝其肉。云有欲一府口言事者是见之罢于语到此。后日立还夜罢。罢见迎劳之曰甚苦。十余道旁乃为乌所盗肉。立大惊。以罢拒之其起居所问毫毛不敢有所隐。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相不书言罢拒未驱楚某所大木可以为官某亭诸子可。以记立往皆如言。其事是聪明如此立民不知所出贤称神。PG 1178。明奸人去入他郡盗贼日少。罢例行教化而后诛伐务在成就全安常立。许成老并龙。陆游白玉竹之罢曰许成连立虽老尚能拜起宋嬴政。火仲听何伤且善助之无失贤者意。或问其故罢曰数亿常立宋故迎新之费及监吏员绝不疏道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所以心力又未必贤或不如其故徒相异。未乱。凡至道去其太甚者耳。罢以外宽内明的利民心户口遂增至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至2000石。作发明至迟道不先闻又发骑士一北军马。不是事何伐军心连贬至。由赵归颍川太守官以800石居。至如其前。前后8年郡中遇至。是时奉皇神爵庶及郡国。颍川尤多。天子以罢至行中长者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罢。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真父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叛。道不识浅杨氏鳏寡善助贫穷欲获8年王重罪囚立名相。于教化兴于行仪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古公良哉其次爵关内侯黄金百金至重2000石。而颍川孝必有行一名三老立田皆以差次爵及伯。后书越征霸位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五凤3年代丙即位丞相封建成侯11600户。霸才。常于志明即位丞相总纲纪号令封采不及丙位于定国。功名损于志郡。十京兆尹张常舍何却非及丞相府罢以为神。却意欲以闻。常奏罢曰妾见丞相请与众2000石博士杂问。郡国上既常立守城为民心力除害成大化调其队有耕者。让判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即举孝子真父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调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位之也。常立守城对时臣常舍有何却非止城。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何却者问之皆。PG 1179杨不知丞相图意上奏曰臣问上计常立守城以新画条。皇天报下神阙后知从臣常舍来乃止郡国立妾孝丞相人后有之略为信奇怪也。袭吉案为淮阳守辞去之官未大行。李琦曰御史大夫张汤怀诈阿义以清朝廷功不早白语。据受禄矣袭为汤终不敢言。后汤诸败上闻案与袭语。乃抵袭罪而至案诸侯乡取其私节中也。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臣恐群臣莫白而常立守城为丞相旨归舍法令各位私教。互相增加交唇散仆并行未貌有明王时轻摇解带甚者。未邀驾令京师先行让叛易路道不拾遗其实王一连贪真营。知行而以为先天下故未可也。
及诸侯先行之，未生异于今。师非戏是也。汉家成必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进兼条。万祥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斥常例，守成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立田、孝廉、廉立物的其人，郡士皆以一法令。检视无得善位调教。敢侠诈位以兼名誉者，必先受禄以正。名好恶。天子加纳谗言，诏上既立，使侍中凌斥如常旨意。罢甚惭。右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罢见高可太尉。天子使尚书召问罢，太尉官罢久矣，丞相兼之，所以言五星文也。如国家不虞，边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将虑也。夫宣明教化通，拔幽隐，实欲无冤行，亦无盗贼，君之职也。将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乐陵侯高为卧近臣，朕之所自亲，君何悦之而举之？尚书令受丞相对，罢免官谢罪，数日乃决。自事后不敢复有所请。然自汉兴，严治名利，以霸为首。魏襄五岁，甘露三年薨，谥曰定侯。霸死后，乐陵侯高进魏大司马。霸子司侯赏赐，为官都尉。薨，子中侯辅嗣至位。魏九卿。薨，子中四侯弃王莽乃绝。子孙未立二千石者五六。人。PG。1180。是。霸少为阳下有角，与善乡人者共载出，见一妇人乡者言，此妇人当富贵，不然乡书不可用也。霸推问之，乃其乡里乌家女也。霸即娶为妻，与之终身。为丞相后喜杜陵。朱毅字仲卿，庐江书人也。少时为书同乡色夫，连贫不科。以爱立未行，未尝吃入人。存问其老孤寡，欲知有恩，所不立。您爱敬焉。迁补太守足使，举贤良卫大司农丞，迁北海太守。以至行第一入卫大司农。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弃之，朝廷敬焉。是时，张敞为胶东乡，与议书曰：“明主由心太古广言，貌似此城中臣杰思之时也。执长元守巨郡，欲于神墨凶异，曰杰故亡其也。虽有义安所失，足下以清明之德长周济之也。游击者甘糟糠，攘碎于粮肉，何则？有亡之事异也。习。”陈平虽贤，须未欠而后进；韩信虽奇，赖萧公而后信。故是个拔其时之英俊，若必一隐，吕望而后见之，则此人不应足下耳。敬矣。亦敢敞言，共见贤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未列亲，居处简洁，禄赐以供九族乡党，家亡于财。神爵元年卒。天子敏袭，下诏称扬曰：“大司农义廉洁，守节退时自公，王强外之骄，庶修之愧，可谓熟人君子遭。离凶灾，朕甚悯之。”其次一子黄金百金，以奉其祭祀。初，疫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同乡立，其民爱我，必葬我同乡。后世子孙奉长我，不如同乡民。”即死，其子葬之同乡西郭外，民果共为一其种立祠，遂食祠祭，至今不绝。公遂自少卿，山阳南平阳人也，以明经卫官，至昌邑郎中。令是王贺，贺动作多不正，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见征于王，外则复乡，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简简王矣。面刺王过，王至言而其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国中皆未旦焉。王长久与邹奴宰人游戏饮食，
上四王度。遂入见王。PG 1181。涕泣息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未哭？遂曰：臣痛社稷为也，愿赐清闲结余。王辟左右，遂曰：大。王之交西王所以为无道王乎？王曰：不知也。曰：臣闻交西王有于陈侯的王所谓你于桀，昼也得以为尧舜也。王说其产于长于秦楚，为的所言以至于是。今大王亲近群，小见自邪恶所袭，存亡之机不可不慎也。臣请选郎通经术，有行义者与王起居，坐则通诗书，立则习礼容，已有义。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逐。却安等久之，宫中数有妖怪，王以问遂，遂以为有大幽宫。是将空与在昌邑王传，会昭帝崩，王子昌邑王贺四立，官属皆征入。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遂见安乐，流涕谓曰：王立为天子，日益交易，见之不复听，今哀痛未尽，日与尽。臣饮食作乐，斗虎豹赵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谓被盗。古至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之，身死未示路，奈何？君陛下故乡宜及见征。王即位27日，足以淫乱。废昌邑群臣作献王于恶不道，皆诛，死者200余人，为岁语。众魏王杨以数见征的简死，昏未成旦。宣帝即位不久，渤海左右郡遂击盗贼，并起2000石部。能情志，上选能志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十岁年70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复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袭其盗贼，以称正义？遂对曰：海滨狭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力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黄池中耳。今欲使臣圣之邪，将安之也？上文遂对甚说，答曰：选用贤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由治乱神，不可及也。为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变，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船至渤海界郡文兴。PG 1182。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骸，移书赤属县西霸主捕盗贼吏。诸持除沟田弃者，皆为良民。吏无的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郡中细然，盗贼亦皆罢。渤海又多劫掠相随，闻遂教令及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沟除盗贼，于是西平民安，普乐业。遂乃开仓岭驾平民，选用良吏，为安牧养焉。遂见其俗奢侈，好墨迹，不田作，乃功律以简约，劝民物农桑，令口种一数余，白本蟹50本葱，一锡酒加2亩制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毒，曰：何谓带牛配毒？春夏不得不驱田亩，秋冬客收敛，亦续果实零欠。劳来巡行，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复食。欲送止席，数年上遣使者征遂，一曹王生愿从。公曹以为王生素奇，九王节度不可使，遂不忍逆，从至京师。王生日饮酒不是太守，会遂引入宫。王生醉，从后呼曰：民服且止，愿有所白。遂还问其故，王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沉对，
一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问以至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说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之。”此乃臣一曹教诫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渭水衡都。魏一曹王胜渭水衡城，以褒显遂云：“水衡典上陵敬院共章，公馆为宗庙取生，官职清净，上慎重之。”以官受卒。赵姓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也。以明经甲科卫郎，出补谷、羊肠，举高地，迁上蔡肠。其志士名如子，所居建称数超魏。零陵太守并归，复征魏建大夫，迁南阳太守，其志如上蔡。姓陈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心力，务在复之。公劝耕农，出入阡陌，只舍离乡亭，昔有安居时。行事郡中水泉，开通沟。独其水门堤淹凡数十处，以广盖灌，岁岁增加，多至3万顷。云得其利，蓄积有余。姓陈为民作君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PG 1183，以防纷争。禁止嫁娶宋中奢靡，勿出于简约。府县立家子弟好，由敖不以田作为事，折斥罢之，甚者按其不法，以示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立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欲。宋衰止，立民亲爱姓陈，号之曰赵父。荆州刺史奏姓陈为百姓。新立郡以应付，赐黄金40斤。迁河南太守置行常为第一，复数增至次金。晋宁中征魏少府，列于九卿，奏请上陵朱李远公馆西信。御者勿复擅制贡章，又奏沈乐府黄门昌幽朱系及公馆兵弩。时期减过太半，太官员种东升聪韭菜如复以乌武，昼夜燃运。火待温气乃生，姓陈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矣。奉供养乃他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姓陈年老矣，官卒。元始四年，诏书400匹轻视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将以诏复印诏书。遂十郡2000石律官署行礼，奉辞姓陈种而。南阳一微立祠 ，PG 1184，卷90酷吏传第60。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是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幸灾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治之清浊之源也。习天下之往常密矣。然奸诡欲起，其极也，上下相顿，至于不振。当世之时，立志若救火扬沸，非武见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逆于直矣。故曰：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固而未还，浊雕而未仆，好为网漏吞舟之鱼。而立志铮铮，不至于奸，黎民爱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时，酷吏独有侯风，克立宗室，侵入功臣。吕氏已败，遂移侯风之家。孝景时，晁错以克申颇用数府其资，而欺国之乱法。怒于错，错卒被戮。其后有至都，名成之伦。至都，河东大阳人也。以郎氏文帝。景帝时魏中郎将，敢执剑，面折大臣于晁。常从入上陵，甲基在侧，也至入侧。上目都不行。
上欲自持兵救甲基，东福上前曰：“王亦击父，亦击尽天下所少宁姬等邪？陛下纵自轻，乃宗庙太后何？”上还致意不伤甲基。太后闻之，赐都金百金，上亦赐金百金。由此众都，济南建世宗人三百余家，豪华二千石，莫能至于是景地。拜都为济南守，至则诸建世首恶于皆鼓励，居遂于郡中部。PG 1185。时移庞时于郡守卫都如大夫。都尉人拥有器公廉，不发私书，问疑无所受，请记无所听。常称曰：“已被亲儿出身，故当奉旨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以都亲为中尉、丞相调侯至贵居也，而都依丞相。是时，明胡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至刑法不避贵妻、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临江王征议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未书谢上，而都尽力抚语，为其侯使人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得未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为法中都，都免归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为雁门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匈奴素闻至，都杰举兵为引兵去，竟都死不进雁门。匈奴至为偶人向都，令其持射莫能中，其箭弹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视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乎？”于是斩都也。明成南阳穰人也。以郎业者是景帝。好气为小吏，必临其常吏，为人上操下急如数师，华贼任威，稍迁至济南都尉而至都尉守，使前述都尉不入府，因立业守如县令，其位都如此。即成往直临都出其上，都素闻其声，善欲与结欢。久之，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诏成为中尉。其至孝，至都祁连俘虏，然宗室豪杰人皆坠恐。武帝即位，喜为内史，外戚多毁城之短，抵罪昆前。是时，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籍，自以为不复收及解脱诈，客传出官归家。称曰：“士不至二千石，甲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是特皮田千余顷，稼平民亦使数千家。数年，会设置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力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PG 1186。周扬由其父赵坚以淮南王救侯周扬，故因是焉。由以宗加任卫郎，是文帝。景帝时由卫郡守。武帝即位，立志上修。景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取法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卫守是都尉如令，魏都尉临太守夺之至，结案未至，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感君因逢，后由为河东都尉与其守圣徒公争权，相告言圣徒公当抵罪，亦不受刑，自杀而由弃世。自宁城周扬由之后，事亦多，明巧法大抵吏治类多成。由等矣。赵宇迷人也。宜昨使补中都官，用廉尉令史是太尉周亚夫。亚夫为丞相，与卫丞相使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服任曰：“及之与无害，然闻身不可以居大夫。”武帝时予以刀笔立积劳，迁为御史，上以为能至中大夫。与张汤论
定律令作见之，立传相兼私以法，仅自此始。与魏人联居，魏立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与中部。行报谢，勿再觉之有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见法者取，亦不复按求官属因罪。常中废，以为廷尉。使条侯以与贼身，即与魏少府九卿户籍。至晚节，事亦多。吏务为严峻而与。至家缓，民未平。王温书等后起，至郡宇。余已老，喜为燕乡。数岁悖乱有罪，免归。后十余年，已受卒于家。义纵，河东人也。少年时常与张次公聚公票，为群盗。纵，有解以依信王太后。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解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义虚弟纵为中郎。补上党郡中令，至赶往少温吉，现无不事，举第一。迁魏长，临吉长安令，执法行制不必贵戚。以补按太后外孙修成子中，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部。时移，而张次公亦为郎，以勇悍从军，敢深入有功，封魏案。PG 1187，侯侯，名成家居，上谕以为郡守、御史大夫洪曰：臣居山东尉。小吏时，名成为济南都尉，其志如狼牧羊，诚不可令之名。上乃拜臣为关都尉，遂于官吏税役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名见如虎，无执宁城之怒，其报如此。义纵自河内迁渭南，杨太守闻宁城家居南阳，即至关。宁城策行送迎，然纵气盛，服卫礼，至郡，遂按宁氏破碎其家。城作有罪，即恐报之，蜀皆奔亡。南阳吏民众卒一击，而平氏诸强杜衍、杜周卫纵爪牙之力，任用迁渭廷尉使，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败，于是喜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演定襄狱中重罪200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乡试者亦200余人。纵一切捕局，约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暴杀400余人。郡中不寒而栗，华明左立位置。是时赵与张汤为九卿矣，然其志尚宽，伏法而行。纵以阴及毛至位置，后会更五铢钱白金起，名未坚，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书为中尉。温书至恶，所谓伏先言纵，纵必以气凌之，败坏其功。其志所诛杀甚多，然取未小志，坚毅不生，直指使出矣。立之至以斩杀福利未物，严奉以恶用。以纵连其至孝至都，上姓鼎湖，并酒以而足起姓甘泉。报不至，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贤之至东阳，可方受告名。纵以为此乱民，不立补其未可食者。天子闻，使杜氏至，以为废阁举事，弃纵事。后一岁，张汤亦死。王温书，杨陵人也。少时追埋未坚，已而视县廷长，数废，数未立，以至御制廷尉使。使张汤迁为御史，都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则郡中豪敢往吏10余人为爪牙，皆把其因重罪而纵使都盗贼，快其意所欲的。此人虽有百罪，服法。即有必回，疑之亦灭宗，以故其赵之交道不敢进广平。PG 1188，广平生未到不时宜。上文迁为河内太守，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即往以9月至令郡，
据司马五十匹为义自河内至长安，故例如居广平时方略补。郡中豪华，相连作千余家。尚书请大者至足，小者乃死家。竟没入长臧，奏秦不过二日得可，是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近十二月，郡中无犬吠之道，其颇不得，失之庞俊、追求、惠春、温书顿卒汉曰皆呼令东。月一斩一月，卒无事矣。其好杀行为不爱人如此。上闻之以为能，千位中位。其致父放河内，徒请召差获。立与从事，河内则阳街、麻务、关中阳干、诚信等。亦纵位内。是。但之未敢自治。即纵死，张汤败后，喜为廷尉。而引其。为中尉做法抵罪，温叔父为中尉。为人少闻，居他昏昏不便。至于中尉则心开。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力，豪恶力尽复未用。立科察淫恶少年，投干垢告言间，至薄落常以收私间。温书多，产善事有事者，及无事视之如奴。有事家虽有奸如山，福范无事虽贵妻必侵入。武文巧，请下户之华以动大。好。其至终未如此，奸猾穷至，大堤尽米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利虎而冠，于是终未华以下皆服，有事者未由生。欲称制，数岁其力多以权贵富。温书及东岳孩，亦有不重义，作以罚免。是时上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书请赴中尉托足，得数万人坐。上说拜，未少府，喜右内史至如其故，兼写少进。做法师官，复未用。府行中尉如故操，遂于会挽军发，召征豪吏。温书逆其力华城，及人有变。告温书受援其前，他兼力士，罪至足自杀。其实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作他罪而卒。光禄勋徐自谓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书罪至同时而五族乎？”温书死，家累千金。PG 1189。引其东郡持平人也，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使张汤汤数称以为廉。武帝使都盗贼，斩伐不避贵士，千官都尉升甚。于宁城，上以为能，拜为中尉。立名一雕弼，清其木墙少文。好恶力伏逆而善力不能为治，以故事多费抵罪。后复为淮阳都尉。王温书拜后数年，病死，家值不满五十金。所诛灭淮阳。甚多即死，仇家欲烧其尸，妻亡去归葬。杨仆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举为御史，使都道。贼关东置放引其，以敢即行。稍迁至主爵都尉，上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江梁侯。东越反，上欲复使。将为其罚前劳，以书斥责之曰：“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暇非有斩将千骑之时，也不足以教人哉。前破番禺补将，者以为虏，绝死人以为祸，是一过也。见得吕家逆罪不容于天下，将军勇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未援，是二过也。士卒。”故路连岁，为昭惠不治久，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成。传行塞，应用归家，怀银皇，垂三祖，夸乡里，是三过也。师，其内故以刀恶未解，师尊尊之序，是四过也。欲请蜀刀，问军甲几何，对曰律数百，五库日出兵而阳不知，侠未干军，是五过也。
受诏不至兰池宫，明日又不对，驾令将军之力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黑此心已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胡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与王温书俱破东越，后复与左将军寻至聚集朝鲜，未至所服，与在朝鲜船还免为数人病死。邢轩洋人也，移左使给事河东守，魏将军亲使买马河东，见轩无害，言上正未就城，官事办稍迁至御史及中丞，使至主父眼疾淮南反御，所以为闻身底杀者甚众，称未敢决疑。数废数起，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王温书为中尉而宣慰左内史，其志敏言是小大皆观其手，自部署县明曹保务官。PG 1190，历令城服的善尧，痛以重法绳之。居官数年，一切为小至变。然独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难以未惊。中废为右扶风，作怒。其立诚信，信王藏上林中，宣使梅令将立足，拦入上林中残事。门公停格杀信，射中院门，宣下立为大逆当族自杀。而杜周任用。是时郡守卫诸侯乡二千石欲未至者大抵尽孝王温书等而立名义侵犯法盗贼资起。南阳有梅勉，百政除有段中杜少，其有徐伯彦赵之间有监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是死罪，俘入郡守都。为杀二千石，为其告县区据石。小群以百数，略虏乡里者部，可称数。于是上使使御史中丞，丞相常使使都之，尤弗能进。乃使光禄大夫范坤、诸部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袖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急，斩首大部获至万余级。即以法诸通行饮食。作相连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律。散族失亡父。据党祖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于是作审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服不满平者二千石以下至小立主者皆死。其后小吏魏诸虽有道府敢发，恐不能的作客雷府府一使不言，故盗贼尽多，上下相畏逆，以避闻法焉。田广明字子公，正人也，以郎为天水司马，公赐迁河南都，为以杀伐未至，郡国盗贼并起，迁广明为淮阳太守，遂于故城父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倩诈称光禄大夫，从车骑术。时言使都盗贼，指臣刘传舍，太守叶剑欲收取之。广明觉之，发兵皆不斩焉。而公孙勇衣袖衣，乘四马车至羽，于使小。使视之，亦知其非是，守卫魏不害与旧色夫江德卫使苏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未当屠侯，得老阳侯、昌蒲侯。初，四人聚，拜于前。小使窃言，武帝问言何？对曰：魏侯者的东归部。上曰：女欲部，贵矣。女乡名为何？对曰：名。PG 1191，宜乡。上曰：用宜如矣。于是赐小使爵关内侯，十宜乡600户。上以广明连秦大监征入魏大鸿胪，擢广明兄云中代魏淮杨太守。昭帝时，广明将兵及益州，还赐爵关内侯，喜魏魏。后出魏左冯异，智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邑为御史大夫，以前魏冯异与议定策，封昌水侯。
遂于以祁连将军将兵及匈奴，出塞至寿祥城。寿祥都尉遣死，丧就在唐广明赵齐寡妻与间。既出不治职，引军空海。夏太仆杜延年不责广明自杀缺下。国除。匈云中尉淮阳守亦感诛杀利民守缺告之，尽作弃事。田延年字子兵，先骑诸田野，系杨陵。延年以才略给事大。将军莫府或光重之，迁为长史。初为河东太守，选拔尹翁归。耿以为爪牙诸除豪强，奸邪不敢发。已选入魏大司农。会昭。地崩，昌邑王四立，淫乱，或将军忧惧，与公卿亦废之，莫敢发言。延年暗见，廷斥群臣，即日一决，与在光传。宣帝即位，延年以决一定册封阳城侯。先是，茂陵妇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英击主探伪诸下礼物。昭帝大行时，方上士暴起，用度未半，延年奏言商贾或欲收方上不祥器物，既其急用，欲以求利，非名臣所当位。请媒入县官，奏可。妇人王才者皆愿出钱求延年罪。出大司龙取名牛车三万两未就，载沙汴桥下，送至方上，车值千钱。延年上部诈增就职车2000，凡6000万，盗取其半。焦、贾两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亦奏延年主守到3000万不盗。或将军召问延年，欲为盗地，延年抵曰：“本出将军之门，蒙此爵位，无有事事。”光曰：“即无事，当穷尽。”御史大夫。田广明为太仆杜延年春秋之役以功复过。邦废昌邑。王时非田子兵之言大事不成。今县官出3000万自岂之何哉？愿以于延白大将军。延年言之大将军，大将军曰：诚然。PG 1192。时勇士也。邦发大役时震动朝廷。光阴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忌。谢田大夫小大司农通往旧狱得公议之。田大夫使人与延年，延年曰：信县官宽我耳，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只笑我足徒唾无备乎？即闭阁独居，其舍偏袒持刀东西部。数日，使者召延年议廷尉，闻鼓声，自闻死，国除。延延年字次卿，东海下邳人也。其父为丞相院，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位郡吏。已选除补御史院，举事御史。是时，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合奏光。善废立主，无人臣礼不道。奏虽请，然朝廷素焉尽淡。延年后复河大司农田延年持兵干属车，大司农自送不干属车。是下御史忠诚谴责延年何以不移书宫殿门禁止大司农，而令俄出入宫。于是复和延年拦内罪人，法治死。延年亡命。会赦。初，丞相御史府征书同日到，延年以御史书先至，亦御史府。复未愿，宣帝视之，拜魏平陵令，作杀不辜，去官。后魏丞相愿复着好制令。神爵中西羌反，强弩将军许延寿请延年位。长史从军拜西羌，还未着郡太守。时郡彼得不能太守，着人毕野白等由是废乱。大请西高。是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未必之，莫敢与武。贤曰：宁父二千石无富豪大家。宾客放位盗贼，发折入高氏，吏部敢追。近近日多道路张公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延年
至前院里吴兆秀案高氏的起死罪。秀建延年新疆新内聚。即为两合欲先白其亲者官延年意怒乃出其众合。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赵愿至果白其亲者延年所怀中得众合及。收宋玉。夜入陈江志士论杀之先所案者死立皆古变。更潜力分考两高穷尽其间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道不实。乙三岁迁河南太守赐黄金二十斤。豪强邪袭也无行道。PG 1193。威震庞郡。其志物在崔哲豪强扶助平若。平若虽宪法取文。以出之。其豪杰亲小名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招。出之。所谓当生者鬼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力不敢。范进安其欲皆闻志不可的反。延年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虽子贡然有通义于政事。不能决也。地中尽节者后欲至如骨肉皆清香之出身不顾。以是至下无隐情。然极恶太甚重伤者多有巧未遇闻善始。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顾清净使不得闻之。奏可论死掩忽如神。东岳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国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时张敞为京兆尹素与延年善。敞志虽严然尚颇有。纵舍闻延年用刑克己乃以数欲之曰袭朝庐之取兔也。上官下祸不甚多杀。愿赐清少缓诸罚私行此数。延年报曰河南天下侯焉二州余弊又胜苗会何可不除也。自今伐其能终不衰止。十黄霸在颍川以宽恕位置郡中义。平吕蒙丰年奉皇下上贤焉下诏称扬其行加金爵之赏。延年素亲霸为人即比郡卫守褒赏反在己前心内不服。和南界中又有蝗虫扶成一出行蝗还见延年延年曰此蝗。起奉蝗食邪亦又到司农中丞耿寿昌为长平仓立百姓言。年曰丞相御史不知位也当必未去。寿昌安得全此。后左逢一缺上欲征延年府已发为其名库复旨。延年以少府梁丘贺悔之心恨。惠郎协太守已逝是久病满三月免延年。自知见废未成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言年察御史廉有赃不入身延年作选举不识贬制笑曰后敢复有举人者矣。成一年老叵背素为延年恐见重伤。言年本常与义俱为丞相使时亲厚之无意毁伤也愧疑之甚厚。亦欲亦恐自恃得死卦呼呼不乐取告至长安上书言延年。PG 1194。罪名时事以败奏因引药自杀以名不欺。事下御史成暗宴。由此数事以结延年做愿望非谤政治不道气势。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洛阳是见报求。母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初至都亭夜母母必格不见。延年免官顿首阁下良久母乃见之因数则延年信。隔备郡守专制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于民故成行。伐多行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一哉。延年服罪重顿。守谢因自为母欲归服舍。母必正腊为延年天道神明。
人不可毒杀，我不亦当老见状子被行路也。行矣，去女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谓言之。后遂于果拜东海幕布贤之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力才，至大官。东海号曰万旦延玉，四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如临传。迎赏字子兴，巨鹿阳氏人也。以郡吏查连卫楼繁长，举茂才素义令。左逢义薛宣奏赏能治惧，袭为平阳令，作残贼免。后以御史举为政令。永始元年间，上代于政为妻骄字弘扬长众兄弟交通。青霞赃逆亡命，而北地大豪好商等抱怨，杀一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丞相御史遣愿求主党与诏书诏补久之乃得。长安中奸猾尽多，屡屡少年群被杀戮，受求报仇，相与探玩味。韩得赤丸者着武力，得黑丸者着文力，白者主治丧。城中宝木晨起票结行者，死伤横道包骨不绝。赏以三府高地选手。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赏制修制长安御川地方深各数。仗制令辟魏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不护曹院。是。与乡吏亭长李正父老五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事及商贩作物，而先依凶服被凯汉持刀兵者悉及计。之得数百人。赏役召会长安吏车数百辆，分行收捕皆合。以为通行饮食群盗，赏清月见十至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PG 1195，百人未被赋以大石，数日一发誓，皆相枕戒死，便于出邑。四门环东，结着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嚎哭，道路皆虚息。长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环东，少年场，生食量不紧，枯骨后合葬。赏所至皆其魁素或故。立善家子诗记随青霞院自改者，才数十百人，皆是其罪鬼令。立功已自赎，尽力有效者，因轻用之为爪牙，追捕甚惊甘奇。奸恶甚于凡吏。赏事是数月，盗贼止，郡国亡命散走各归。齐楚不敢窥长安。江湖中多盗贼，以常为江夏太守捕个江贼及所诸吏名甚多，作残贼免。南山群盗起，以赏为右府都尉，迁职金吾都。霸奸猾，损府吏名甚未知，数年卒官，疾病且死，借其诸子曰：“丈夫未立，正作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尽用矣。”一座软弱不生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作赃，甚无然。赏四子皆至郡，首长子立为金兆尹，皆上威严，有至半名。赞曰：“自治都以下，皆以酷烈卫生，然都抗旨引是非。”争大体，张汤以至阿一人主，与俱上下，时便当否国家赖齐。便赵与俱伐守正，杜周从于以少言未重。张汤死后，往密侍从竟以耗费九卿奉职，救过不给，何暇论神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贫酷吏众多，然莫足数，此其知名见记者也。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尽奸，一直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汤周子孙贵盛，故别传。PG 1196，卷91或直传第61。袭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是至于造立。
报官，即绝者，其绝路，奉养公事，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至各有差品，小不得见大，见不得于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制定。于是便其土地，川泽丘陵，眼卧原席之一教。云种树蓄养，五谷六畜集至于边，鸟兽冠仆才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宋中之具，米不皆欲。欲之以食，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金不入于山林；柴榻未济，居网不布于野泽。因准未及，增益不施于溪碎。既顺时而取物，然由山不察薄，则不伐妖，向于米卵，鲜有长进。所以顺时宣气，拨复数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素心业昧以至其业，相与通公议事，交力而聚善，非有征发其会，而远近贤足。故亦曰后以才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之用，力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是相与言人依于贤宴，公相与义技巧于官府，商相与与财力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气从事，不见义务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素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其利分华非其所习，譬游荣宅之与鱼跃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世节，才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宜而见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言而至之大略也。 PG 1197。及周世衰，礼法堕，诸侯克绝丹营，大夫山节早捉八亿五余庭，雍彻于堂，其留置乎是数人，莫不离志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获有余。临沂至呼还，闻之后，礼仪大坏，上下相貌，国义正，家殊俗，世欲不至，见差王吉。于是商通难得之祸，工作王用之气，是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士资。为民备食而要民坚，夫犯害而求利，篡势取国者为王公，与夺成家者为雄杰。礼仪不足以居君子，行路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景，犬马鱼肉素，而贫者短褐不完，寒熟饮水，其为边户其民同列而已。财力相均，虽未普鲁，犹王运色。故夫士便诈为奸诡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心有法度之无限也。故列其行事以传世便云：习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当礼既然。既然曰：知斗则修备，实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祸之情可得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礼也。推此类而修之，十年国富。后路战事，遂报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既然之策，实用其武而得意，既以失国，无欲失之家，乃成偏舟浮江湖，便名姓，是其未吃以子皮之陶为诸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至产积居，与食足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责人而任食。十九年之间，三至千金，再散分与平有坤地。后年衰老，听子孙修业而习之，遂至巨万。故言父者称陶朱。子干既学于仲尼，退而侍卫，发主御才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四罪未饶，而言渊丹石瓢饮在于陋巷。
子干结四连。其数国之必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然恐子贤言渊而讥子干曰：“为也其数乎？吕空似不受命而或直焉，亦则吕中。” PG 1198。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离时物尽地利，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饱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同仆同苦乐，驱食若猛兽至鸟之发。故曰无志生由。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刑法是也。故志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人不能以取与，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无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志生者祖白圭。伊顿用古言起，邯郸郭纵以助也成业，与王者乐富。乌氏裸畜牧，极重赤脉，求其增物，兼献戎王。戎王时，备其长与畜，畜至用古量牛马。秦始皇令罗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八寡父亲，其先得丹穴，而善其力术士，加益不资。清寡，父能守其业，用才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真父而克之，谓主女怀青苔。秦汉之治，列侯封君时租税，岁率户200。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数名农工商贾，律役岁万席2000，万之家及200000，而更遥租付出其中10毫美矣。故曰陆地，牧马200蹄，牛1000蹄角，1000足羊，泽中1000足雉，水居1000石余波，山居1000张之丘，而邑1000数枣，燕禽1000数立，蜀汉江陵1000数局。淮北营南河际之间1000数丘，陈夏1000亩，齐鲁1000亩，桑麻渭川1000亩，及民国万家之城，代郭1000亩之田，若1000亩之堑，迁西江九，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晏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矣。士门。子言莫业，贫者之资也。通义大多孤遗，遂千酿，西酱千红，将千丹，屠牛羊，制千皮，骨笛千钟，新镐千车船，长千丈，木千张，竹竿万个，摇车百乘，牛车1000辆。木器七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之嵌1000石，马蹄较千，牛1000足，羊制1000双。铜手指千金，角丹砂1000斤，齐国畜细布1000钧。文 PG 1199。彩铅匹，达布皮革1000石，7000大豆，过取盐尺1000盒，台此1000斤。折报1000钧，枣粒1000石者3只，胡雕球1000匹，羔羊球1000石，毡席1000具，他国彩1000种，紫带金钱1000贯，结攒块摊甲3只，连甲5只，一笔千乘之家，此其大律也。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也富。秦破赵，迁卓氏之属，夫妻推辇行。朱千鲁少有余财，及与利，求晋楚，楚加盟。为卓氏曰：此地狭薄，无闻名山之下卧也，下有蛏螭，至死不饥。民工作布一甲，乃求远迁，至之临邛，大喜，及铁山。古柱运筹算，甲颠蜀民复至同800人，田池涉猎之乐拟。于人君城正山东千鲁也，一野柱甲颓结民复乐卓氏。城卓既衰，至城哀坚，成都罗侯资至巨万。初，侯甲京师，随身数100万，为平陵时事持钱。其人强力，时事资次，如居亲信，侯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至1000余万。
侯举其半路以取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设代郡国，人莫敢复。善言景之力，其年所得自备，遂执其祸。宛恐事之先，良人也，用铁也未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霸古柱，归皮田，连其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力，有游贤公子之名。然其赢得过当，欲于色加至数千金，故南阳行贾进法。孔氏之雍容，鲁人俗俭色，而秉氏尤甚，以铁也起，复制巨万。然家字，父兄子弟曰：福有时，阳有取，世代行贾变郡国。邹鲁以齐，故多去文学而趋利。其俗见奴鲁，而刀尖独爱贵之。劫侠奴，人之所患为刀。兼收取，使之逐于言商贾之利，或连车其交首乡，然欲亦任之。终得其利，起数千万。故曰宁绝无刀，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利也。刀尖既衰，至成哀坚，临资信委资五千万。PG 1200。周人计而失使尤甚，转谷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皆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富家相经已久甲，贾过亦不入。门设用此等，故失使能至十千万。失使既衰，至成哀，往往时，洛阳张常熟、薛子促资议。十千万，莽皆以为那言是欲伐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宣取任氏，其先为都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任氏独教仓粟。楚汉相距秦阳，民不得耕种，米食至万儿。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节位。立田序，人争取剑甲，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曰：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必则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履礼律，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赤也，为桥陶以至马千匹，牛备之，羊万粟以万钟。季吴楚兵之起，长安忠烈侯封军行从军旅，击特子虔家。子虔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吴严氏出捐千金代其。习时之。三曰吴楚平。一岁之中，则吴严氏习十倍用此。复关中。关中富商大贾，大堤进诸田，田墙田栏。为家立士安。零度是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器王莽，今师富人杜陵。凡家茂林至往，平林如是居士，长安丹王军房，齿凡少翁。王孙大清为天下高资。凡家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清以才养士，与雄结交，王莽以为金丝士师，汉司东士令也。此其张张游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专利，以获禄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阳以田农而贾一州，翁伯以范。至而清县邑张氏以麦将而鱼齿，直氏以撒削而鼎食，卓氏以魏府而连齐，张离以马邑而集中，皆越法矣。然常寻守事业，积累盈利，见有所起。至于蜀卓、宛恐，其之刀尖，攻善山川。PG 1201。铜铁于严氏井之入，运其筹策，上征王者之力，下顾其民之业。皆陷不轨奢贱之恶，又况绝种伯衍。犯奸成父，取赎激发。雍乐成之徒，由下齿裂，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PG 1202。卷92游侠传第62。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侍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
百官有司奉法成令，隐修所职，失职有诸卿。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而庶事礼焉。周氏继为，李乐征伐自诸侯出。桓闻之后，大夫事权，陪臣执命。临沂至于战国，何从连横立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是晋魏游侠鸡鸣狗盗，无故兵礼。而赵襄于亲戚国捐军，以周穷交魏齐之恶。信陵无计，窃伏剿命，陆江专师以赴平原。之极皆以取众诸侯，显明天下恶晚而犹谈者，以四豪未称。少，于是被公死党之义成，守直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晋往疏阔，谓之匡改也。是故代襄臣悉从车迁，城而无弊。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齐、武安之属，晋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巨梦。郭解之徒持物于闾阎，权行周瑜，立折公侯，众数容其名机，继而慕之。虽其陷于行辟，自与杀，身成名，若记录，仇慕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是之以好恶，其之以礼法，民何由？进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国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国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系，妾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诸矣。观其温良泛爱，镇穷周集，迁。PG 1203，退不伐，亦皆有决意之资。其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齐、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未或改节。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官盖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为成帝时，外家王室宾客未盛，而楼户未衰。及王莽时，诸公之间臣尊未穷，闾里之侠元射未魁，诸家鲁人高祖同时也。鲁人皆以儒教，而诸家用侠文，所臧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乏其能，引其俄诸所长师，唯恐见之。朕人不善，先从贫贱始。家亡于财，衣不兼采，食不重味，成不过群牛。专屈人之极，甚于己私。既因托既不知恶，即不尊贵，终身不见。自官以东，莫不严谨。愿交楚田仲以侠文，复是诸家，自以为行服己也。田仲死后，有巨梦。巨梦者，洛阳人也。周人以商贾为资，巨梦以侠险。五，楚反时，调侯卫代魏，乘船东将至河南，得巨梦，喜曰：“吾楚举大事而不求巨梦，吾知其无能为矣。”天下骚动，霸将君得之若一敌国云：“巨梦行大类诸家，而好国多少年之。”系。然孟无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即孟死，家无食金之财，而扶黎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是时，济南建士陈州夫，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进诸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吴，替阳宅薛况、陕韩如，纷纷复出焉。郭解河内指人也，温善乡人许父外孙也。解父任侠，孝闻时诸死。解为人敬汉，不饮酒，少时因贼敢盖不快意，所杀甚重。以屈介有报仇，臧命作监票公，修乃铸前绝种不可胜数。是有天性，窘极常得脱，若欲赦。及解年长，更折节未减，以德报怨，后失而薄望。
然其字 ,PG, 1204, 喜为侠义甚。既以正人之命不经其功，其因贼者于心本发于。牙自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之也。节节子父解之事与人饮，使之教非其任，强贯之。人怒，刺杀节节子亡去。节节怒曰：“以翁伯十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道旁，伏葬，欲以入解。节使人为之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当，吾而不直。”遂去。其贼罪其节子，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意，亦复焉。解出，人皆毙，有一人独积聚视之。解问其姓名，客欲杀之。解曰：“居一屋不见净，是无德不修也，彼何罪？”乃因请谓使曰：“世人无所重，至见更时托之，每至直更数过，立浮求怪之，问其故，皆使托之。积聚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欲意目解之行。洛阳人有乡愁者，一中贤豪居间以食数，终不听。客乃见解，解夜见仇家，仇家取听。解谓仇家：“吾闻洛阳诸公在监，吾不听。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从他县夺人一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庸，待我去，令洛阳豪居间乃听。”解谓人短小，公检出未尝有其，不敢乘车入其县庭。知庞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另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此言重之，真未用。一中少年及庞进县豪夜半过门，常食于车，请得解客舍养之。即喜豪冒领也，解贫不中资，立恐不敢不喜。魏将军魏延郭解家贫不中喜，上曰：“解不衣，权至使将军，此其家不贫。”解喜诸公送者出千余万，指人杨继主子魏县愿革之，解兄子断杨愿头。解入关，关中贤豪之与不知闻，声争交欢。一人又杀杨继主，继主家尚书人又杀缺下上文，乃下吏捕解。解王至其母家是下阳，身至临晋。临晋即少翁 ,PG, 1205。素不知解，因出关。即少翁已出解，解传太原，所过折告主人。楚立竹击至及少翁，少翁自杀口诀。久之得解，穷至所犯。魏而解所杀，皆在赦前。只有儒生是使者作客欲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之，杀此生断舌。立以则解，解时不知杀者，杀者亦尽莫知为谁。立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毅曰：“解不依为任侠行权，以牙自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之杀之，当大逆无道。”遂足解。自是之后，侠者极众而无足数者。然冠中长安樊中子，怀李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鲁翁如，临淮长清东阳陈君如，虽未侠而循循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朱度，南道仇景，东道赵佗与公子，南阳赵条之徒。报纸而居民兼者耳，何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所修也。余章字子夏，长安人也。长安赤盛，皆驴各有豪侠章在。城西柳氏，号曰城西与章子夏，为京兆尹门下都，从至殿中，侍中诸侯贵人争欲依章，莫与京兆尹言者，章君循甚惧。其后京兆不复从也。
与中书令时显相善，亦得显权力，门车常接鼓。至成帝初，时显作专权善事免官，喜归故郡。显资巨万，当去留床习气，物数百万值，欲以与张，张不受。宾客或问其故，张叹曰：“吾以布衣见安于时君，时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财。吾此为时事之祸，与事反当以为福邪？”诸公以是福而称之。和平中，王尊为金兆尹，古籍豪侠，杀张吉见张回九世。赵君都、贾子光，皆长安名豪，报仇愿养刺客者也。楼户自君亲，其人。傅是一也，户少随父为一长安出入。贵戚家，户送衣巾、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嫌爱重之，贡。谓曰：“以君亲之才，何不换学乎？”由是辞其父，学经传。PG 1206。为金兆立数年，甚得名誉。是时，王室方盛，宾客满门，武侯兄弟争名，其客各有所侯，不得左右，唯户进入其门，闲得其欢心。节士大夫无所不亲，其交长者犹见亲而敬，众以是服。为人短小精辩论，一长一名节，听之者皆悚。于古永居为武侯上客，长安号曰：“古自云比扎，楼君清唇舌，言其见信用也。”吾死，送葬者，置车二三千两，屡礼歌之曰：“武侯至丧楼君清。”久之，平阿侯举户方正，未见大夫，使郡国。户驾代多，时毕伯过齐，尚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书语。数国一日数百金之费，使还奏事称义，擢为天水太守。数岁免家长安中。时成都侯商魏大司马魏将军罢朝御后户，其主部见将军至尊，不宜入闾巷。商不听，遂往至户家。家狭小，官署立车下，久住一时。天欲与主部为西曹朱怨曰：“不肯强谏，反与立闾巷。”商还，或白主不与，商恨以他。直是去主部，终身废故。后呼父以见为广汉太守。元始中，王莽为安汉公专政。莽长子于与其兄吕宽谋以血屠莽地门，欲据莽令归政。发觉莽大怒，杀吕而吕宽亡。宽父素与户相知，宽至广汉过户，不以事实于也。报数日，民捕宽诏书至户，执宽。莽大喜，征户入为前辉光，封袭乡侯，列子九卿。莽居舍，怀里大贼赵鹏、霍鸿等群起，沿入前辉光界户，作免位数人。其居位绝禄禄以所得一元守进，既退居里巷，使武侯皆已死，年老失势，宾客亦衰。至王莽篡位，以救恩诏，见户封魏楼旧李富城，而成都侯商子亦为大司空，贵重商。故人皆敬事义，为户自安如旧节，亦亦复视之，不敢有缺。十。请召宾客，一居尊下，称见子上寿。坐者百数，皆离席服。户独东厢正坐，自谓亦曰：“公子贵如何？” PG 1207。初，户有故人吕公，五子归户。户生于吕公，妻于吕玉。同时，及户家居，妻子颇厌吕公。户闻之，流涕责其妻子曰：“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亦所当奉。”遂养吕公终身。户族子嗣其绝。臣尊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自长子，宣帝为十余友，故相随伯邑，数附近。及宣帝即位，用遂稍迁至太原太守。乃此遂起书曰：“至召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长伯敬矣。”
欺君临时在旁之状。遂于是辞谢，因曰：“是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见后如此。”元帝时，征遂为京兆尹，至廷尉。尊少姑与张耸伯松俱为京兆使。耸伯学通达，以廉俭自守，而尊放纵不拘。操性虽异，然乡亲有哀帝之末句著名字。为后进冠，并入公府，公府院使律皆雷车小马不上鲜明，而尊独及于马衣服之好，门外车骑交错。又日出醉归，曹氏数废。昔曹以故事示之，是曹者意似舍白尊曰：“臣卿今日以某事事。”尊曰：“满百乃相闻。”故事有百事者赤，满百西曹白请。是大司徒马公大如优势，又重尊为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则之？乃举尊能至三府郡县，不遇一令。久之，与扶风相失，自免去。还李大贼赵鹏或鸿等起，尊为校尉，及鹏、鸿有功，封加威侯。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目首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迎到尊门。尊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折关门，取客车匣投井中。虽有疾，终不得去。常有部刺史奏事过尊，执其方饮刺史。罢穷后，尊沾醉时，徒入见尊母。叩头自白，当对尚书有其会状。吾乃令从后阁出去。尊大律长醉，然是亦不废。长八尺余，长头大鼻，容貌甚伟。略涉传记，善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请求不敢逆，所到一 ，PG 1208，冠怀之，唯恐在后。十列侯有与尊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臣。孟公座中目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好其人曰臣今坐云。王莽素其尊才，在位多称誉者，由是起为河南太守。既至官，当遣从使西赵善书吏十人于前，至司书谢京师故人。尊冯己口占书吏。且审官事，书数百封，亲书各有异。河南大经数月免。初，尊为河南太守，而弟即为荆州牧，当之官，据过长安。妇人故淮阳王外家左侍饮食作乐。侯司职臣崇闻之，合奏尊兄弟姓的蒙恩超等立位，尊爵列侯，被郡守及州牧奉使。皆以举直查往宣阳圣化位职不正身自甚。使尊出厨乘翻车。入驴巷过寡妇左阿君至九沟，尊起舞跳梁顿仆坐上木。因留宿未事必服卧。尊之饮酒欲宴有节，礼不入寡妇之门。而战酒混肴，乱男女之别，侵入爵位，修屋应服，恶不可忍闻。臣请皆免。尊既免归长安，宾客愈盛，饮食自若。久之，复为九江及河内都尉，凡三位二千石。而张耸亦至丹阳太守，封熟的侯。后据免官，以列侯归长安。耸居平吴，宾客时时好事者从之，执意问事，论道经书而已。而尊昼夜呼号。车骑满门，酒肉相属。先是黄门郎杨雄作酒斟以奉见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辟之于物，曰：“子由平矣。”官平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洞长尽为。酒牢不入口，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余墨辉，一旦轰艾，为瓦所雷，身体黄泉，骨肉未泥。自用如此不如吃夷，吃夷滑稽，复如大湖。近日盛酒，人复借孤。常为国戚，托于蜀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
尊大喜之，常谓张耸，无与尔尤是矣。足下奉诵经书，苦身自曰不敢差叠，而我放逸自恣，伏战俗间，观绝功。明不减于子，而差独乐，故不忧邪。总曰：人各有性。PG 1209，长短自裁。子欲为我亦不能，吾而孝子亦败矣。虽然学我者，一迟孝子者南疆，无常道也。即王莽败，二人俱客于池阳，耸为贼兵所杀。更始至长安。大臣见尊为大司马护军与归德侯刘萨俱使匈奴，单于欲挟驱尊，尊臣利害，未言驱直，单于大骑之，遣还。会更始败尊，刘朔方为贼所败，实罪见杀。袁涉自据先，祖父武帝时以豪杰自阳宅喜茂陵，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天下应付大郡二千石列官，复练送葬皆千万。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时又少行三年丧者，即赦父死，让还南阳复送，行丧种庐三年，由是显明京师。李弼福封业请为一曹衣冠木之符凑，为大司徒使单举能制具为古。口令十年二十余，虎口闻其名不言而至。先是设继父为茂陵秦氏所杀，设居虎口半岁，所自何去？官欲报仇，虎口豪杰为杀秦氏，亡命遂于冯射出。郡国诸豪及长安武陵诸位气节者皆归慕之，射遂亲身与相待，人无贤不孝田门，在所屡礼敬满客。火鸡射曰：子本立二千石之是解法自修，以行丧推彩礼让为民，正复仇取仇，犹不失人。亦何故遂自放纵，为清侠之徒乎？射应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始自曰：赤之时，亦乃目送伯姬及臣孝父不幸一位，盗贼所污，遂行吟诗，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有此矣。设自以为前让南阳复送，深得其名，而令先人坟墓简约，非孝也。乃大致其种舍诸葛众门。初，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茂陵，名为其道，为京兆迁。设墓之，乃买地开道，立表署曰：南阳迁，人不肯从，谓之原是迁。费用皆养妇人长者，然身衣扶车马才具，妻子内困，专以赈施贫穷妇人之急慰物。人常至，久请舍，舍入里门，客有道舍所知母病，必及在里宅者，舍即往后叩门，家哭，舍因入调，问以丧事，家无所有，舍曰：PG 1210，旦节扫除沐浴待赦，还至主人对宾客叹息曰：人亲卧地不收，赦何心相此？愿撤去酒食。宾客争问所当的赦，乃侧席而坐，消毒未书，俱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寒之物，吩咐诸客。诸客奔走是买，至日叠皆会。设清月事已，为主人愿受赐矣。既供饮食，设独不饱，乃载棺物从宾客往至丧家，为棺殓牢来避葬。其周及待人如此。后人有毁设者曰：奸人之雄也，丧家子及时刺杀言者，宾客多犯法，罪过数上文。往往数收细欲杀，折复设出之。设据求为清府院使，欲以避客。文母太后丧时，首父土校尉以为中郎，后免官。设欲上冢，不欲会宾客，密读与故人齐会。设单车驱上茂陵，头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见人，遣奴致事买肉。奴乘设器与徒争言，灼伤徒者亡。
是时，茂陵守令尹。公卿逝世，社卫业也闻之大怒。知社名豪，欲以示众立俗。前两吏携守社，至日中无不出，吏欲便杀社去。社破窘不知所谓。会社所与其上种者车数十乘道，皆诸豪也，共说。尹公，尹公不听，诸豪则曰：原惧先奴犯法不得，食肉坦自服，见冠耳，一庭门谢罪，与君威亦足矣。尹公许之，赦汝。言谢，复服遣去。初，赦写新封妇人其太伯未有，太伯同母弟王由公素及赦。时未献门下院，说尹公曰：君以守令入园，赦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复单车归位府吏，赦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可谓寒心。赦至种舍，赦见于至，罪恶报着主上知之。今为君计，莫若堕坏赦种舍，调奏其旧恶，君必得真令。如此，赦亦不敢，愿矣。尹公如其计，亡国以为真令。赦有此愿，王由公选兵客，遣长子出从车二十乘节王由公家。由公母及其太伯母也。诸客见之，皆拜，传曰吾今其夫人。遂杀由公父及子，断两头去。PG 1211。赦性略似郭解，外温人谦逊，而内隐好杀。牙自于城中，处死者甚多。王莽末，东方兵起，诸王子弟多见赦能的士死，可用。莽乃召见，则以罪恶赦是拜阵容大隐。赦至官无己，长安拜郡县朱驾号起兵攻杀二千石常立以应汉。朱驾号素闻赦名，征问援引何在，拜谒之。使莽州牧使者依附赦者皆得活，传送至赦长安。更使西平将军申屠见请赦与相见，大众之。故茂陵令尹公坏赦种舍者未见主簿，赦本不愿也。赦从见所出，尹公故遮拜赦，谓曰：亦是以一物复相愿。赦曰：尹君何异于肉赦也？赦用势怒，使客刺杀主簿。赦欲亡去，申屠见内恨耻之，扬言无欲与袁据先共振三府，其以一利一之哉？宾客通言，令赦自系欲谢，见取之。宾客车数十乘共送赦至狱，见遣兵到缴取赦于车上，送车分散。时遂斩赦，悬之长安市。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杰，然莫足数。其名闻州郡者，霸陵渡君敖、池阳韩又如、马领袖军兵、西河曹中熟，皆有千退之风。王莽居折诸除豪侠，名捕曹中熟不能的，素善强。母将军孙建、莽一见藏匿，犯以问见。见曰：臣名善之诸，臣足以色责。莽性果贼，无所容忍，然重见不敬问，遂不得也。中熟自少游，复以侠闻于世云。PG 1212。卷93宁信传第63。汉兴宁信宠臣，高祖实则有吉如，孝惠有鸿儒。此两人非有才能，但以晚昧贵姓，与上握起公卿皆因官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俊仪，背带傅之粉化红及之属也。两人喜家安宁，其后宠臣孝文时世人则邓通，患者则赵谭北宫百姿，孝武时世人则韩嫣，患者则李延年。孝元时患者则洪公石显，孝成时世人则张放淳于长，孝哀时则有董贤、孝景、昭宣时皆无宠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州人，昭帝时驸马都尉杜侯经赏四副车骑将军日低爵魏侯，
二人之重取过庸不睹。宣帝时，侍中中郎将帐篷卒少与帝为时同席言书，及帝即尊位。彭祖以救恩封扬都侯，出长参城，号为爱信。其人谨士无所亏损，为其小妻所独轰，国除。更通蜀郡南安人也，以着传为黄头郎。文帝常梦与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上天，故见其衣靠带后穿，觉而知见台，以梦中因木求推着郎。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赵问其名姓，姓邓，名通，邓由邓也。文帝甚说尊姓之，日日议。通意愿景不好外交，虽赐喜目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具，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间如通家游戏，然通无他技能，不能有所见答读。自谨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当贫饿死。”上曰：“能复通者在我，何说贫？”于是赐通蜀盐道同山的自助钱。邓氏钱布天下，其父如此。PG 1213。文帝常病庸，邓通常为上受损之。上不乐，从容问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如问疾，上使太子则庸，太子则庸而色难之。以而闻通常为上则之。太子残，由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通道，出脚外住前，下吏验问颇有，遂进案，竟没入之。通家上父则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立者随没入之，亦簪不得这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嫁衣食，竟不得名义前，即死人家。赵谈者以心气性，北宫百子长者爱人，故亲近，然皆不比邓通。韩嫣字王孙，公高侯颓当之孙也。武帝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即上位太子，欲意亲焉。焉善骑射，聪慧。上即为御史伐胡，而焉先袭兵，以故意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李邓通。是时，焉常与上共卧起。江都王入朝，从上列上陵中。天子车驾必到未行，先使焉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驰侍受。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替从者伏夜道旁。焉屈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气，请得归国入宿，为比韩焉。太后有此贤焉。焉是出入永相不惊，以兼闻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赐焉，死。上未谢，终不能的焉遂死。燕帝说亦爱信，以军功封暗道侯，巫蛊时未立太子所杀。子曾封龙落侯，大司马车骑将军，字有传。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畅也。延年作法辅行，北市狗监中。女帝得姓于上，号李夫人，列外妻传。延年善阿卫星变生。是时，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耿作诗颂。延年折成一贤歌所造诗，谓之新生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由是贵位携绿都尉，配二千石应寿，而与上卧起。PG 1214。其爱信乐寒焉。久之，延年帝忌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李夫人卒后，其爱毕，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事后宠臣大堤外戚之家也。卫青霍去病皆爱信，然意以功能自尽。时显自军房，济南人，洪公沛人也，皆少作法辅行。魏中黄门以选魏中尚书，
宣帝时任中书官，公明习法令故事。禅位请奏，能称其职。公位令，显位仆射。元帝即位数年，公死，显代位中书令。是时，元帝被急不亲政事，方龙好于音乐，以显九典事。众人无外党，金砖可信任，遂为以正。事无小大，应显白爵。贵庆清朝，百僚皆进士显。显为人巧会其事，能探得人主为止。内身贼持诡辩以重伤人，武恨牙字则被以违法。初元中，前将军萧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刊、宗正刘更生皆给侍中。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僻，见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书基，以通明公正处之。吴帝由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一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进行人。元帝不听，由事大于贤武。后皆害焉，望之自杀，堪更生废故，不得复进用，与在望之传。后太中大夫张猛、魏郡太守金房、御史中丞陈贤、代赵贾娟之皆常奏封事，或召见言贤短。显求索其罪，房娟弃事，猛自杀于公车，显抵罪，昆未承担。即政令苏建的显司书奏之，后以他事论死。自是公卿以下未显，重足一击。显与中书仆射劳良、少府五路冲宗杰为党有诸附议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劳协实协，五路克协。应和累累，受弱弱邪，言其监官俱是也。显见左将军冯奉氏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在内，显心欲复之，见言昭仪兄业者勋羞耻一事为卧。天子召见，欲以魏侍中，勋请兼言事。上闻勋言显专权，天子大怒，罢勋归郎。PG 1215官。其后御史大夫缺，群臣皆举勋兄大鸿胪也王行能第一天。子以问显，显曰：九卿无出也王者。然也王亲昭仪兄，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司后公卿以为三公。上曰：善，吾不见事。乃下诏加美野王，废而不用，与在野王传。显内自知善权是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有以兼己，乃时归城，取遗信以为验。显常使至诸官有所征发，显先自白，恐后漏进宫门闭，请使照例开门，上许之。显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后国有尚书告显专命矫诏开宫门，天子闻之，笑以其书是显。显因泣曰：陛下过思小臣，孰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类如此，非一唯独明主知之。于臣为谏，臣不能以一区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意，死无所恨，为陛下哀怜才性，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为然而怜之，恕劳免显，加厚赏赐，赏赐即禄一字一万万。初，显闻众人汹汹，言己杀前将军萧望之，望之当世名儒。显恐天下学士山己并之。是时，明经者节侍郎协共与魏建大夫，显使人致意，身自劫纳。显因见与天子，立为九卿，治愈史大夫李氏之甚备。一者于是称显，以为不度赠望之矣。显至设变诈以自劫，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元帝晚节请疾，定陶公王爱信，显永幼太子颇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迁显为长信中太仆，至重二千石。显失矣，
离权数月，丞相御史调奏显旧恶，及其党劳粮，陈顺皆免官。贤与妻子喜归故郡，忧满不食，到病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皆废罢。韶府五路冲宗左迁玄兔太守，御史中丞一家为雁门都。为长安遥曰：一喜雁，鹿喜兔，去劳与陈食无甲。淳于长字子弘，魏郡元成人也。韶以太后节子为黄门郎。魏晋姓。会大将军王凤病，常侍病，陈夜伏城左右，甚未生救。PG 1216。知恩。奉且中以常属托太后及弟。立家常义拜位列校尉诸。曹迁水横都尉侍中，至位尉九卿。久之，赵飞燕贵姓，上欲立以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为。难知。常主往来通与东宫，遂于赵皇后的立，上甚得之，乃追显长前宫，下诏曰：前将作大将解万年奏请您做昌陵罢。碧海内是中尉魏常数白遗侄喜家反顾楚，朕以常言下公卿。一者皆合常计，首见至策，名以康宁。其次常爵关内侯。后。遂封魏定陵侯，大建信用，贵卿公卿。外交诸侯牧守，禄以赏。自义累巨万。剥恤妻妾，淫于声色，不奉法度。初，许皇后作侄左道废处长定公，而后解为龙额司侯夫。人寡居。常与私通，因娶魏小妻。许后因禄遗长，欲求。父未结余。常受许后金钱成于服御物前后千余万，诈许未摆上，立以为左皇后。每入长定宫，折与书系无许后，慢亦无不言。交通书记，禄以连年。是时，帝就取阳侯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数岁，久病，数起骸骨。常以外亲居九卿位。四弟当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辛亥长宠，斯文常取许寿。常定公禄仪。莽氏取阳侯籍，因言常见将军久病，亦喜。自以当代辅政，至对衣冠役于属制。据言其罪过，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将军意，故未敢言。根曰：去白东宫。莽求见太后，据言常交易欲代取阳侯。对莽母上车，私与常定贵人解通，授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而至如此，往白之地。往白上乃免长官，遣救国。初，常卫侍中，奉两公使亲密。弘阳侯立独不得为大司。马辅政立自一位常悔赠，常愿独长。上知之，即常当救国也。立嗣子荣从常请车骑，常以珍宝因荣重一粒，立因为常言。余是天子遗焉，下有私暗焉。时补荣，立令荣自杀以灭口。上欲疑其有大奸，遂带常系洛阳诏狱穷至。常具服系武常定公谋。PG 1217。帝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妻子当作者喜和普，无若归故。郡弘阳侯立救国。将军、卿、大夫、郡守作长免罢者数十人。莽遂代更为大司马。久之，还长母及子仆于长安。后仆有罪。莽复杀之，喜其家属归故郡。是。常以外亲亲近，其爱性不及富平侯张放。放常与上卧，起居未为行出入。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父公为御史，任贤为太子舍人。而弟立贤随太子官位郎。二岁于贤传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视而问之，曰：是舍人董贤邪？
因引上虞与拜为黄门郎，由是始姓。问及其父为云中侯，即日正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城，入狱左右，巡阅间赏赐累巨万，贵镇朝廷。常与上卧起，常昼寝，偏借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弦，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贤异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顾。每次喜目不肯出，常留中侍医药。上以贤南归，诏令贤妻的通饮。及殿中指贤庐，若立妻子居官四舍。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为赐皇后更名其舍为交锋，以配交房云。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赏赐昭仪及贤妻一个千万数，迁贤父为少府，赐爵关内侯，十亿复喜为卫尉。又以贤妻父为将作大将，弟位职金吾，赵将作大将为贤起大地北缺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工穷极技巧，铸坎衣以提景。下至贤家同仆接受上赐及武库进兵上方珍宝，其选物上帝尽在董事而成于所服，乃其父也。及至东园密契诸如玉匣，欲以赐贤，无不备惧。又令将作为贤其种营一林旁，内卫便房，刚柏提凑，外卫角道周原数里，门缺福思甚盛。上欲侯贤而未有缘，会带赵孙宠、媳夫公等告东平王云后，夜辞四柱祖，下有私志，皆服其孤。上于是令公宠卫因贤告 PG 1218。东平侍者乃以其功下诏封贤为高安侯、公夷陵侯、宠方阳侯，十一个千户。卿之复一封贤二千户。丞相王家内疑东平侍冤，甚恶公等数见征，以贤为乱国制度，家敬作严氏下狱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两家先贵。傅太后从弟喜先为大司马府正，数见失太后旨免官。上就丁明代为大司马，亦任职颇害贤宠，及丞相王家死，名甚怜之。上敬崇贤，欲及其位而恨民如此，遂策免民曰前东平王。云贪欲上位，辞祭祝祖。云后就武洪以衣代诏与校秘书郎阳。洪杰谋反逆，或甚迫切，赖宗庙神灵董贤等以闻，贤服其孤。将军从帝室中奉车都尉吴族副左曹屯其校尉宣接之洪及许丹。诸侯王后卿而宣除用丹为御属，吴与洪交通厚善，数称见洪。洪以父吴的心其恶心，因依既敬，己为社稷，朕以功皇后故。故人有云，将军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义，折骁未盟，又不身及云洪之恶，而怀非君上阿魏宣吴反痛恨云等扬言，为群下所冤，又亲见言武洪善医，死可惜也。贤等或封即幸，嫉妒忠良，非悔有功，于系伤哉。拜君亲吴将，将而诛之，是以既有朕熟牙春秋贤之赵盾不讨贼，未知是君。朕明将军陷于重刑，故以疏斥。将军遂非不改，复与丞相家相比，令家有一得以往上。有司制法将军请御制，朕为士夫之恩位。忍其上票其将军应受，罢归就地。遂以贤代名为大司马尉。将军策曰：朕承天序，为击鼓剑耳于公，以为汉府。往昔尔心统辟元戎，折冲虽远，匡正术士允直其中。天下之众，受制于朕，以将未命，以兵未威，可固甚与。是时贤年二十二，虽未三公，
常给侍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事，宜复公不宜再亲卫，袭为光禄大夫，至重二千石。帝宽信代贤为驸马都尉。董氏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宠在丁。复之又已。PG 1219。明年，匈奴单于来朝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贤年少。一问义，上令义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的贤臣。初，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时贤复公为御史，是光及贤为大司马，与光并为三公。上故令贤思过光，光雅恭谨之上，欲尊宠贤，即闻贤当来也。光谨借衣冠出门带，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即下车，乃出拜谒，送迎甚谨，不敢以宾客君敌之礼。贤归，上闻之喜，立拜光两兄子为谏大夫。常侍贤由事权与人主谋矣。是时，成帝外家王室衰废，唯平阿侯谭子去疾，哀帝未泰。子时为庶子的姓，即即位，为侍中、骑都尉。上以王室王在位者，遂用旧恩亲近去疾，复进其弟弘为中常侍，弘妻复萧贤。前将军望之子也，九位郡守并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复公慕之，欲与结婚姻。弘为贤弟驸马都尉宽信求贤女为父。贤惶恐不敢当，思谓弘曰：“董公为大司马，策文言允直其中，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人子所能堪邪？”弘信有之略，闻贤言，心亦悟，乃还报公，深达贤字谦薄之意。公叹曰：“我家何用负天下而为人所谓如是？”亦不说。后上置酒麒麟殿，贤父子亲属宴饮。王弘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上有酒所葱容侍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弘敬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成宗庙，当传子孙于王琼，统业至重，天子。”王戏言。上默然不说，左右皆恐。于是遣弘出，后不得复事。宴贤弟新城攻坚，其外大门无故自坏，贤心恶之。后数月，而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荐东乡，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官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 PG 1220。先帝大行，小席故事，无令莽左军。贤顿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书和贤弟并不清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出宫殿。司马衷贤不知所谓，亦缺免官图显谢。莽使曰：“者。”以太后召集缺下策贤曰：“兼者以来，阴阳不调，灾害并真，源源蒙孤。夫三公鼎足之福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礼，未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虽远也。其收大司马应受罢归地。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请发贤官，治愈诊室。莽复封大司徒光奏，贤直性巧佞，一兼矣。或封侯，父子专朝，兄弟并宠，多受赏赐，置地宅，造冢况，放孝无极，不义王志，废以万万计，国家未空虚。父子交简，志不为使者礼，受赐不拜，罪恶报者。贤自杀伏孤，死后复公，本不悔过，乃复以杀化官四十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者金迎日月，欲依诸婢以官，至尊无以家。公等幸得免于诸不疑。在中土，
臣请收没入财务县官，诸以贤位官者皆免。复公，帝宽信与家属喜和普，母别归故郡巨鹿。长安中小民欢华乡，其地窟几获道之。县官斥卖董事财凡43万万，贤既见发，罗枕其尸阴埋狱中。贤所后立配朱许自河去大司马府，买官衣收贤尸葬之。王莽闻之而大怒，以他罪即杀许。许子服见武中贵显至大司马，司空封侯。而王弘、王莽时为牧守，所居见计，莽败乃去官。世祖下诏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旅，弘修缮锦翅兵起，立民独不争其头首。今以弘子卜立，至末受族官，萧贤外孙云赞曰：柔曼之轻易，非独女的盖亦有难色焉。冠吉弘更韩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然竟不由道，未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事，足以害之者也。汉室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 ，PG 1221，国多幸矣。主籍无嗣，弄臣未辅，鼎足不强，动干为挠。一朝地崩，奸臣善命，董贤一死，丁父流放，孤及母后，夺位忧。废就在清便毕，所任非人贤。故仲尼者损者三有，亡者不思人以官，待为此也。 PG 1222，卷94上匈奴传第64上。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纯为。唐与以上有山戎。贤允勋州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畜则驼驼、驴、骡、绝蹄、绝途、驼犀。逐水草迁。喜吴城郭长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份地。吴文书以言与魏。约束而能其阳，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势力能弯弓，敬畏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袭。战弓以轻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挺，利则进，不利则退，不休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贤食，畜肉依其皮革被毡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贱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祭官，便于西戎亦于兵。其后300有余岁，戎狄公太王胆父，胆父王走于其下，兵人悉从胆父耳。一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犬夷。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迎洛邑，复居于封皋，放逐戎夷经洛之北以食。入贡，名曰荒服。其后200有余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犬戎。得400狼400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作旅行之辟，至穆王之孙义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吉而歌》之，曰：米是米家，贤允之。故岂不日戒贤允恐疾。至义王曾孙宣王，新师命将矣。征伐之，诗人每大其功，曰：薄伐贤允，至于太原。出车 PG 1223，横彭成比朔方，是时四夷兵服，称谓中兴。至于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隙。申侯怒而于犬，
荣共攻杀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地，虏霍尔居于今未知。兼清报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封杲而东徙于洛邑。当时秦襄公伐荣至之府，始列为诸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离公与战于齐郊。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后二十余年而戎宅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出奔于郑之四邑。初，襄王欲伐郑，故取宅女为后，与宅共伐郑，以而处宅后，宅后怨而襄王继母。约会后，有子代欲立之，于是会后与宅后，子代为内应开戎宅，戎宅已故的入，或逐襄王而立子代为王。于是戎宅获居于陆浑，东至于魏，清道尤甚。周襄王寄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出力欲修霸业，乃兴师伐戎宅诸子代，迎内襄王子洛邑。当世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宅居于西河环，洛之间号曰赤宅、白宅。而秦穆公的由于西戎八国服于秦，故龙以西有绵珠、犬戎、狄辽之戎，在齐、梁、今、期之北有邑、渠、大荔、乌市、渠衍之戎，而晋北有灵狐、楼烦之戎，燕北有东湖、山戎，各分散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依。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道公使为将和戎宅，戎宅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于巨柱而破之，并代以灵狐合。后与韩、魏共灭之国，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巨柱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一渠之戎逐城郭以自守，而秦稍残。时之至于惠王，遂拔一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进入西河，即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一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一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灭一渠。于是秦有陇西 ，PG 1224，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陵王亦变俗胡服，袭其社，北破灵狐、楼烦，自带并因山下至高缺未塞而至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未直于胡，胡甚信之，魏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至上谷、渔阳，又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世时，冠代战国期，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极胡，吸收河南地，因河未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喜事数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欠溪谷，可善者善之，起离逃至辽东万余里，又渡河聚阳山北驾中。当世时，东胡强而曰势盛，匈奴单于曰头慢，头慢不生粟。北徙时有余年而蒙恬死，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喜事，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的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单于有太子，名曰莫毒。后有爱燕氏，生少子，头慢欲废。莫毒而立少子，乃使莫毒执于越氏。莫毒既执，而头慢即及越。是越氏欲杀莫毒，莫毒道其善马，其王归。头慢以为状，令
将万骑。莫睹乃作鸣笛，袭乐其骑射，令曰：鸣笛所射而不惜射者斩。寻猎兽，有不射鸣笛所射者斩之。已而莫睹矣。鸣笛自射善马，左右或莫敢射，莫睹力斩之。居亲之，复以鸣。笛自射其爱妻，左右或婆恐，不敢射，复斩之。亲之，莫睹出。列以鸣笛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莫睹知其左右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列以鸣笛射头曼，其左右皆随鸣笛而射杀头曼。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于是莫睹自立为单于。莫睹既立，时东胡强闻莫睹杀父自立，乃使使谓莫睹曰：欲得头曼十号千里马。莫睹问群臣，群臣皆曰：此兄母宝马也，勿与。莫睹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遂与之。亲之，东胡以为莫睹未知，使使谓莫睹曰：欲得单于。 PG 1225。一焉是。莫睹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焉。是，请及之。莫睹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焉是与东胡。东胡王玉娇，西卿，与匈奴中间有契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欧托。东胡使使谓莫睹曰：匈奴所与我借欧托外契地，匈奴不能治也，无欲有之。莫睹问群臣，或曰：此契地与之。于是莫睹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与人？诸言语者皆斩之。莫睹上马，令国中有后折斩，遂东袭及东胡。东胡出侵莫睹，不畏备，及莫睹以兵至，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既归，西即走越氏、南并楼、凡白杨、河南王，西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胡、河南塞至朝纳夫师，遂亲宴待。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聚，中国霸于兵革，已故莫睹的自强，空闲之士30余万。自淳为已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以其世传不可得而赐。然至莫睹，而匈奴最强大，竟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其世姓官号可得而祭云。单于姓栾的氏，其国称之曰称离孤徒单于。匈奴为天，谓称离，谓子谓孤徒，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相。天单于然也。至左右贤王，左右古里，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古都侯。匈奴谓贤曰徒其，故常以太子，谓左徒其王。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24长，立号曰万骑。其大臣皆士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虚伯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皆会合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皆低羌。而单于亭直待云中，各有份地，逐水草以喜。而左右贤王，左右谷里最大国，左右谷都侯辅政，诸24长，亦各自至千长、百长、神长、毕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遂正月诸长小会单于亭，此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 PG 1226。天地鬼神丘马肥大会带领客校人处祭，其法拔刃，持者死，做道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亚，大者死，欲久者不满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系
拜月，其坐常左而北向，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束丧服。尽信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举事，常随月盛状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次一之九，而所得虏获应以与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谓趋利，善谓诱兵以包敌。故其逐利如鸟之疾，其困败瓦解云散矣。战而俘于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后北伏浑宇驱射丁陵、葛坤、新草离之国。于是兄吴贵人大臣皆服，以默读未贤。是时汉初定喜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功为马邑，韩信将匈奴。匈奴的信因引兵南于巨柱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东大韩于雪足之堕止者十二三。于是默读佯败走，又汉兵，汉兵逐及默读，默读逆其精兵，见其雷若。于是汉西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进，告默读纵精兵三十余万骑为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部，俄相就响，匈奴骑其西方进白，东方进芒，北方进里，南方进新马。高帝乃使使监后移燕氏，燕氏乃谓默读曰：“梁主簿相困，今得汉帝，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默读与韩信将王黄、赵立齐而兵久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一取燕氏之言，乃开为一角。于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满腹使外乡，从结角直出，得与大军合，而默读遂引兵去。汉亦引兵罢，使刘进结和亲之约。事后韩信为匈奴将及赵立、王黄等数倍约亲道代雁门、云中，居无几和陈希反与韩信合谋及代。汉使樊哙往及之，复收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 PG 1227将数律众往将，故默读常往来清道代地。于是高祖患之，乃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丹于燕氏，遂奉匈奴续增九十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默读乃少止。后燕王卢绾复后，虑其党且万人将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中高祖氏考会高后时，默读近郊，乃谓书使使仪高后曰：“孤奋之君，生于举泽之中，常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奋独居，良主不乐，吾以自娱，愿以所有一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一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的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快可斩也。”前臣西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快为上将军，时匈奴为高帝于平城，快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一城苦，七日不食，不能够弩。今歌吟之声未绝，商夷折服起，而快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灭慢也。且夷狄必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业者张泽报书曰：“丹于不忘必义，赐之以书。”必义恐惧，退而自屠，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不失度。丹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必义无罪，宜再建设。妾有御车二乘，马二四，以奉长驾。”默读的书，副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至孝文即位，复修和亲。其三年夏，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位寇。于是文帝下诏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地，无侵害边境，所以疏夷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齐国，将重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立足，驱清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零立边吏，入道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车骑八万亿高奴。”遣丞相灌婴将及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信太原。是时，冀北王返，文帝归，罢丞相及胡之兵。其明年，丹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丹于晋，问皇帝无。” PG 1228。样，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亦合欢。汉边吏亲吾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亦如侯南之等计，与汉吏相恨，绝二主之约，离昆地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时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复。今以少吏之败约，故伐右贤王，使至西方求越氏及之。以天之福，立足良，马力强，以灭夷越氏。晋斩杀将下定之。楼兰、乌孙、呼皆及其旁26国，皆以为兄。母，朱隐公之名并为一家，北周已定。愿请兵修士养马除钱。是复故曰：以安边民，以应古史，使少者的成其长，老者的安其处，世事平乐。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戏呼遣奉书请。献驼驼一，骑马二，驾二四。皇帝即不欲匈奴进塞，则且照例。云元舍，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来至兴旺之地。书至，汉义及与和亲熟辩，公卿皆曰：丹于兴破越氏，成胜不可及也。且得匈奴地，则鲁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许之。孝文前六年，遗匈奴书曰：皇帝竟问匈奴大丹于无恙。只系忽遣一阵书，云愿请兵修士，除前事，复故曰：以安边。明世事平乐，朕甚加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谓兄弟，所以遗丹于甚厚。被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又贤王氏已在赦前，勿申诸。丹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复。曰：有幸尽如丹于书。使者言丹于自将病，国有功，甚苦兵士。拂袖解起衣，常如锦袍各衣，比书衣，黄金赤巨带衣，黄金西皮衣，袖十匹，锦二十匹，赤蹄绿增各四十匹，使中大夫。亦业者令兼移丹鱼。后亲之，莫独死。子击周立，号曰老上丹鱼。老上击周丹鱼出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丹鱼焉事，使患者验人中信说父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信说既至，因将丹于丹于爱信之。初，丹于好汉增蓄食物，中信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 PG 1229。至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亦无养于汉。今丹于便俗好，汉物不过神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续增以迟，草集中，衣裤皆劣弊，以是不如瞻求兼善也。俄汉食物皆去之，以是不如众烙之便美也。于是说教丹于左右书记，以记事其人众序目。汉遗丹于书，以尺一读，辞曰：皇帝竟问匈奴大丹于无恙，所以遗物及言语云云。中信说令丹于以尺二寸读，即印封皆令。广长大具敖其词曰：天地所生，
日月所至，匈奴大单于进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汉使或言匈奴俗见老，忠信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庶从，君当发者，其亲岂不自夺温厚肥美饥送饮食行者乎？汉使曰：然。说曰：匈奴民以攻战为事，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以自慰，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亲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同穷庐无傲，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缺庭之礼。忠信说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去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疾则人习其社，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尽亦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由一体也，父兄死则妻其妻，恶种姓之师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阳不娶其父兄之妻，亲属一疏则相杀，至道异姓皆从此类也。且礼义之弊，上下交怨而是污之极，生力趋焉。夫立耕桑以求衣食，逐成郭以自备，故其名。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皆土氏之人，故无叠叠战战。万故何当？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忠信说者曰：汉使无多言，故汉所书匈奴增蓄米帛，令其粮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未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善而苦厄，则后秋熟以其食柔乃稼色也。日夜教丹于后利害楚。孝文十四年，匈奴丹于十四万骑入朝纳萧关，杀北地东魏。TG 1230。昂鲁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其兵入烧回中宫，后其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钦为上郡将军，宁侯魏秋为北地将军，龙绿侯周造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大发车骑往吉湖。丹于留塞内月余，汉逐出塞吉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已交，遂入边杀掠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汉甚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丹于一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孝文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竟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南郎中韩辽一阵马二匹，以至敬爱。先帝至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丹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士正义至之，使万民耕之，涉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报虐。丁文谢恶名贪将其躯，被议决曰：望万民之命，离良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书云：二国以和亲，良主欢说请兵休卒养马，世事昌乐，细然更始，朕甚加之。圣者日今改作更始，使老者的习，幼者的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丹于俱有此道，顺天续名，世世相传，师之无穷，天下莫不贤辩。汉与匈奴临敌之国，匈奴除北地韩杀气早降，故赵立夷丹于熟过金帛棉絮他物，遂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唏嘻。独朕与丹于未知父母，朕追念前世，博物细故，谋臣计师皆不足以离昆帝之欢。朕闻天不叵覆，地不偏载，朕与丹于皆捐细故，俱道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
源源万民，下集鱼鳖，上集飞鸟，其形会其蠕动之类，莫不救。安利必为代，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世，正是陶鲁。明丹于无言张尼等。正闻古之帝王，曰分明而不食言。丹于刘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丹于其察之。丹于既曰和亲，于是制诏御史，匈奴大丹于一阵书和。PG 1231。卿已定，王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全己。今约者杀之，可以久卿，后无咎，俱变。朕已许，其不告天下，使民知之。侯四年，老上丹于死，子君臣丹于立，而忠信说父使之。汉父与匈奴和亲，君臣丹于立遂于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3万，其所杀掠甚众。于是汉使三将军均屯北地，待屯据驻赵屯。飞虎口，原边一个坚守已被虎寇。又至三将军均长安西细柳，渭北极门坝上已被虎。胡其入待据驻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后遂于文帝崩，景帝立，而赵王遂乃因使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为破赵，匈奴亦止。自是后，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冠氏给宜丹于遣翁主如故曰：中景帝是时时小入道边。吴大寇，吴帝即位，名和亲约束，后遇官事，饶给之。匈奴自丹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一间拦出物与匈奴交易，杨未卖马邑城矣。又丹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10万骑入五州塞。汉伏兵30余万马一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护国将军，以伏丹于。丹于既入汉塞，未至马100余里，见畜不野而无人。目者怪之，乃宫廷。石雁门卫使行脚，见寇保此亭，丹于得欲刺之。卫使之汉谋，乃下具告丹于。丹于大惊，曰：无故疑之，乃引兵骸出曰：吾的未使天也，以为使为天王。汉兵曰：丹于入马邑而纵，丹于不至，以故无所得。将军王恢不出待及胡资众，闻丹于骸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建造兵谋而不进，诸恢自是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道于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上乐官事，是汉财物。PG 1232。汉亦通官事，不决以终之。自马邑军后5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及胡官事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700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7000。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王归。汉求敖广，敖广孰为数人。其东匈奴数千人到边，于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于阳背湖。其明年秋，匈奴20000骑入汉，杀辽西太守，掠2000余人。又败于杨太守军1000余人，为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进，会宴就知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门杀掠1000余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30000骑出雁门，李袭出代郡及胡得首虏数千。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及胡至楼烦、白羊王子河南得胡。
首虏数千，养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驻朔方，复善故秦。石蒙恬所谓塞，因何而未固？汉义气上古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与胡。是岁，元朔二年也。其后东君臣丹于死，其弟左右李王一致协自立为丹于。公败君臣丹于太子于丹。于丹王将汉，汉封于丹位至安侯，数月死。一致协丹于继立，其下匈奴数万骑入代郡，杀太守共有略千余人。秋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掠数千人。匈奴又嫌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驻朔方，数寇到边，即入河南，侵扰朔方，杀掠吏民甚众。